坐，请坐。哦，尊天龙哦，是马来西亚的嘞。嗯，敢不就来这里的目的，你怎样哦？找本心是，找真如本心，真如本心啊，合一。请坐，找你自己的本心合一。怎么合一呢？在九十四集说到意识流，意识的活动流转，其意识可以进入真如本心，就是合一了。量子力学的意识，灵性宇宙学的意识，人的意识分为低、中、高、至高各种层次。意识的层次从五官意识一直到宇宙意识，人与宇宙衔接的意识，绝对意识、至高意识、纯粹意识，也都是宇宙意识。最迟的是入胎经的入胎识，胎儿还没有形成，事先进入。佛教有入胎识，入胎识缘起名色，色是肉体啦，色是物质，是缘起肉体。名呢是适应，有事啊才缘起转化肉体。视野名色，然后受想行识，后面的这个事啊，已经转化了，转化到可以出离，转化到最高意识的宇宙意识。佛教不讲灵魂，讲事。入胎识，引用经典增加所知量，使人共鸣。合一本心以后呢，就以合一状态守住本心为主。所谓老子的所言报义啦，佛教称为无生法忍啦。佛陀耶稣所说的合一之道，佛陀言何如来藏，耶稣说我与父言为一，皆是以本心的合一之道。若以宇宙光明体直接放光照明啦，直接显化自然合一，生实相见如来。所以来这里啊，找你自己的本心啦，以本心合一，这是唯一的目的。每个人都有真如自性本心，本心与你同在，就在当下。本心与宇宙光明体同一体性，相融互摄，浑然一体。你合一以后呢，本心以大日形态出现，你会发现额头上放光。额头放光是合一的最初现象，进而啊，照见天地万物，万象自然毕露。天不得不高啊，地不得不广。受想行识的事随意转化万象，沿着意识流，上与天地同旅，下与万物合一。诺贝尔奖得主魏格纳和顶尖的物理学家们宣称说，量子理论啊已经证明了哦，宇宙中存在着普遍的无所不在的意识，意识可以存在任何地方，遍布十方，无所不在。所以上与天地同流，下与万物合一，意识无所不在。意识是一种量子，意识是一种能量。此无所不在的意识，指宇宙意识、绝对意识、纯粹意识。绝对意识和纯粹意识是西洋哲学、形而上学、意识宇宙学的名词。佛教的意识啊，在唯识论中言及阿赖耶识，或是第八意识。超越第八意识，以法性真如本心期待，同意一名各展内容。真如法性为最高意识，也就是本心真如自性。真如自性缘起，无尽缘起，光明遍照，无所不在，遍虚空，不法界。应维格纳所谓宇宙中存在着普遍无所不在的意识，以至高宇宙意识与时间、空间、质量、能量合一，使能成立无所不在，甚至于超越时间、空间，存在宇宙中，形成永恒。因此，当下就是永恒，当下存在着意识，当下既有真如本心，必从合一当下真如本心而论。当下与本心合一，就是永恒。大乘佛教的基本论调，提倡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则生实相见如来。金刚经离四相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其心针对实相而说。佛教啊，不生实相见如来，则超脱轮回，了脱生死，不能成立啊。强调永恒的极乐世界，也顿失着力点。因此金刚经强调实相是第一稀有功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生其心则生实相见如来。如来即真如本心流露出来的意思，圣天王般若经
如是说，真如出来了，就是如来身实相，始见如来。如来又名法身，如来法身，如来法身，龙树在中论说，法性所留身，如来或法身皆出于实相。极乐世界也是实相的内容变化。极乐世界是精神宇宙，属于佛陀身实相见如来的意识宇宙、灵性宇宙。从实相的内容，易如反掌地显现佛经所描写的极乐世界。因此啊，极乐世界是佛陀的实相世界。佛陀啊，针对身实相见如来者说，极乐世界就在你眼前；对未生其心之凡夫者说，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佛度之眼。犹如耶稣说：“天国近了，天国极乐世界，拢是实相世界，意识宇宙。”佛陀讲千经万典啊，其终极目标法身，身实相见如来法身了，使能解脱，法身永住。耶稣也是以重生、复活作为圣经得永生的主题。复活重生就是法身，因此信耶稣的复活重生即得永生。至于耶稣显像升天，那无法身是变作显像，显像在门徒眼前，其显像正是实相。实相不仅能见能摸，且实体化、生活化、理想化。因此门徒啊，多马很惊讶，看到耶稣显像的时候，触摸到耶稣的显像，实体化了，这就是所谓生活化了。现代意识宇宙学量子理论啊，由以意识为根基，开展出实相。而实相啊，这是未来量子理论的核心。实相也是人类活在永恒当下的根本。若无实相，甭谈永生了。永恒的当下，透过实相而展现。佛经否定实体，因万物缘起性空，互为因缘所作，皆为性空。凡缘起，皆无自性。佛经实体的意思是自性，自性自由本有，非因缘所作，就是实体啊。缘起性空，无自性，无自性则无实体。解《生命经》有相无自性，就是说规划、理想、信仰相无自性。做梦啊、计划啦、文字啦、理论啊、符号啦、地图啦，也没有自性。凡因缘所作，皆无自性。缘起性空，皆无实体。但是呢，缘成实相以后，就有实体了，有自性了。有自性才能缘成实相啊。实相是由自性展露出来的啊。自性存在于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量子真空中，所自然流露的实相，不仅佛陀、耶稣重视，就是诺贝尔奖得主维尔切克也捍卫着实相，把实相称为量子物理学的核心。所有大自然的定律及物理原理都在实相统一了。实相仍以意识为背景，延成实相也由意识的流转而延成实相。意识进展多层次、深度、广度，真以宇宙意识进入深层的量子真空，以自性本心合一。此合一状态所表露的种种物理现象、能量状态、量子状态，也正是现代量子物理学所谓核心的实相。实相与意识呢，具有直接的关系。实相通常由至高的纯粹意识展现，人的意识也可以连接带动其连续性，使之延成实相或生成实相。其实相内容涵盖宇宙、天地、万象，难怪诺贝尔奖得主威尔切克联想到物理学的核心实相，统一了所有大自然的定律及物理学原理。实相与意识有绝对的关系，佛教也着重于实相与意识。唯识论统筹宇宙万有，故有唯识无尽之说。以意识宇宙学所说的宇宙本身就是意识，相互辉映了。宇宙是以实相表达出来，意识的存在是处理实相。人类若无意识，就不能体证实相，所以意识与实相却有实质绝对的关系。简言之，没有意识则无实相。至高的纯粹意识真如本心创造的实相，以动态的意识流流动变化，从宇宙场域中毕露出宇宙的存在。因此佛陀成道的理由，体证宇宙人生的实相。佛陀成道后的感慨：奇哉奇哉，人人皆有如来法性。从实相中发现法性，法性即是宇宙意识。佛陀所体验的诸法实相，也是宇宙意识所流露。佛陀为何在菩提树下枯坐六年无成？
竟然夜睹明星或成就实相，夜睹明星之星光，照明了佛陀宇宙意识吗？因此意识流自动流入实相吗？实相象征法性真如自信本心，从实相中得知佛陀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佛陀会苦修而成道的。因佛陀自称菩提之下枯坐六年无成，无意间夜睹明星而成就，于是佛陀意识流流动中显现大日，入海因三昧开始开示华严经。华严经以实相展现主题，大日为主，大日即毗卢遮那如来。佛陀入海因三昧的时候啊，这以大日出现而照明宇宙万象。日本佛学家木村太显啊，这以大日意为毗卢遮那。华严经的实相，初学者啊很难接受啊。佛陀转向开示阿含经、三法印、四圣道啊、三十七道品啊，往而适合原始佛教。原始佛教重六识六根，到了龙氏啊，就讲到七识了。经过两百年，公元四世纪，五爪啊、四清啊，着力生命的延续是阿赖耶识，唯识论系统纷纷出现了。八识归集颂啊，唯识三十颂啊，成唯识论啊，倡导阿赖耶识了。合一以意识流转一，转世成智，此意识流是阿赖耶识的流动力，其流动方向归于真如本心，转染啊沉静迈向合一。若意识流活动趋向于莫那识，第七意识则起分别对立嫉妒排斥，而陷于苦恼。接近本心又像形成了而后合一本心，自然放光照明宇宙天地万象，连成实相实体化、实相生活化、实相理想化。实相即真如本心的功能，自然流露万象。实相非人所为所作所能，连成六相实相与阿赖耶识的流动性有关，甚至与阿赖耶识主掌主控你的生命。阿赖耶识走了，气就断了啦，三天以后身体就发臭了啦。所以先来后去主人翁，针对阿赖耶识而言，主人翁佛教虽然表面否定实体，连成自信自有实体，虽说三无自信，达成实相后就有自信，自然实体。刚开始讲般若空，后来唯识讲有真空妙有，妙有的指实相啊，意识与实相，正是佛教的两大生命主轴，也是现代中西形上学、意识宇宙学的两大议题。意识流的活动，提升至生命的源头，宇宙意识，即融入真如自信本心，称为合一状态，即真理。《金刚经》所言，生实相见如来。若人的意识只偏向于六欲，迷失于自信本心，迷失自己。所以啊，苏格拉底呼吁啊，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名言啊，认识你自己，自己啊，是指真如自信本心吧。苏格拉底强调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就不是本心，就是佛教讲的无明。从无明到老死，人生就是烦恼的十二缘起啊，原始佛教如是说。后来佛陀破无明正法身清净心的名词脱颖而出了，清净心纯粹意识啊，真如自信的名词也正式出现了，就是纯粹意识、宇宙意识。大乘佛教从十二缘起至真如缘起、法界缘起、无尽缘起，缘起法缘出最终的诸法实相。大乘佛教大力宣导实相，高唱实相，以实相为主题，成立维摩诘经等大乘经典。事实上，佛教沿着佛陀之前，古印度哲学家、印度思想家、各种学派，从离际会陀、梵书、奥义师思想启发而亲证及其大成，成为佛教。离际会陀啊，拜天地大自然为神，像中国上古时期拜天地、拜大自然诸神，直到梵书时代，婆罗门教出现了，婆罗门四种境也出现了，然后很多哲学家、思想家反拜天地自然神，因为人生是苦，拜天地自然神根本不能解脱，所以朝着解脱方向、解脱思想就这样开始了，一直到西元前八百年。早已佛陀三百年的优婆尼沙坛定型解脱观了。优婆尼沙坛
发现拜天地、大自然之神等等以百家共同的思想不能解脱啊，必须找到自我，找到自己啊，使能解脱自我、真我本心的艺术了。现在心理学啊，像荣格啊、弗洛伊德讲的心理学啊，是指人格心理学，讲自我是属于第七意识、第八意识这一个层次的。优婆尼沙坦的自我是指本心、真如、真我、幻。印度人讲幻，那个地方有永恒不变的妙乐处。优婆尼沙坦说，那个地方是你的究竟理想归宿，那个地方就是彼岸。后来的印度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家以彼岸为解脱的目标。彼岸即实相，实相有妙乐，彼岸或实相存在于自信本心中。优婆尼沙坦啊，以彼岸作为人的终极理想归宿，就在你的真如本心里。故曰：你即彼，当下你与彼就是一体，彼与你本源是合一。不认识彼，则分为二。认识自己合一了就不二，心经云啊，到彼岸，到彼岸，到彼岸就解脱了吗？优婆尼沙坦的解脱观如是说，优婆尼沙坦代表那个时代的思想，也是百家的思想，也是一个人到彼岸行波罗波罗蜜多时，如果行真波罗波罗蜜多时，就到彼岸，自然安住合一在彼岸，享有永恒不变的妙乐。自然就照见五蕴皆空，自然生实相见如来，自然起神通、神变、神力，自然生妙乐。优婆尼沙坦之妙乐与佛陀所言的极乐又有何不同呢？妙乐或极乐，这是彼岸世界、实相世界、涅槃世界。以耶稣形容的天国，只有喜乐，没有哭泣，相互辉映。总之，人达到彼岸，究竟理想归宿，解脱生死了，离苦得乐了，不受生死束缚，活在没有时间空间的世界里，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啊。华严经描写为四大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一切缘种无碍，自然妙乐极乐，此妙乐永恒不变，因为已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既然不受时空的局限，来去自如，无所不在，自然展现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自然现起神变、神通、神力，各有不同的变化，进出于实相世界。华经有十八神变，一切世间也有十八神变，大宝之经也有十八神变，是阿含经有很多种神通变化。优婆尼沙坦发现彼岸有妙乐，你与彼合一，你和真如本心合一，自有极乐，自有神通，自有变化，合一在印度宗教哲学思想，大小幻同一体性，幻我合一，不可分类，毫无差别啊！犹如大自然本心啊，相互合一的性质，如同你和你本心是一体的。针对真如自性本心而说，本心一直如如不动，与你同在，因你不认识本心，无明与本心是一体，故不断的烦恼，不能解脱。人往生了，本心会轮回吗？本心无所不在，超越时空而存在，不随人死而轮回，仍然如如不动，常住于宇宙时空。轮回的主体是阿赖耶识，古希腊哲学家或基督教称为灵魂。本心大日不随你轮回，你若能见大日本心，得成法身，存在于永恒中，能合一大日，就能自见其身，自性法身，但必须以实相为前提，以实相为基础。简言之啊，然后显化实相哦，你的法身啊，就解脱了啦，自由自在流行于一切时空中，永远存在。因此啊，佛陀名言：法性常住，有何无我出世啊？法性常住，所以大乘佛教本着法性常住，高唱法身，尤其《维摩诘经》《法华经》《华严经》等等。以法身为主题，金刚经呢，也以生实相见如来为宗旨为目标，见如来即见法身，欲见法身啊，必先显实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立即显实相。实相又名法界，华严经入法界品，专论善财童子入法界，见到实相种种。为何生实相呢？弥勒菩萨答：法性如是，法性所留身，名法身，所以法性生实相见如来，法性法界实相法身，
以真如之性本心同意异名、啊、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人人皆有法性，人人皆可以生实相见如来。为什么你没有显实相？为什么你怀疑法身？所以《金刚经》教你，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此生其心啊，即生实相见如来。此生其心之心啊，就是你的本心啊。佛陀以本相说法，依《华严经》表达出实相现法身。《华严经》以毗卢遮那如来为法身，毗卢遮那一名大日，其海印三昧，法界呈现，万象毕明。《法华经》呢，立多宝额为法身，佛陀登上打开多宝塔，与多宝额平等同坐，示现法身与肉体是一体观。《维摩诘经》呢，以当乐法身作为主旨内容，并观自身实相作为前提，展开实相法身的精义，树立实相为大乘佛教的终极理想目标。释迦牟尼说：“听佛说千经百典啊，决定实相，以实相啊作为总结论。总而言之，佛教的终极究竟理想目标即实相法身。人类生命一达理想永恒，必须由实相法身展现出来。人一旦显化实相啊，法身解脱就在当下了。”当然，无明者会怀疑法身实相，哪有什么解脱呢？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提倡灵魂学说，他知道人死后灵魂往哪里去，怎么知道？是从实相照见的灵魂吧？因为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第一个讲法界的大哲学家、科学家与数学大师。爱因斯坦在年轻的时候读过毕氏定律，而他的特色出名在于提倡解脱思想、灵魂思想。解脱思想必以灵魂为前提，提升灵魂，唤醒灵魂，何以本心使能成立法身？灵魂是第八意识，唯识论阿赖耶识，本身是杂染，没有无漏种子。要借着本心法性的无漏种子，即是克分，来使它转世成智。转世成智呢，杂染是转到法性的清净，法性。原始佛教讲法性，到后来才讲法身、真如、法界、本心，同样的意思啦。灵魂借着真如的清净无漏种子转世成智，是变化智即生般若了。生般若即妙用，般若妙用，真如缘起，生实相见如来，种种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自然涌出了。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毕生探讨灵魂，发扬灵魂理论必有其道理。柏拉底认定灵魂有真知，穷极一生探讨至善的灵魂。苏格拉底强调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至善的灵魂吧。毕达哥拉斯的名气非建立在科学或数学上的成就，而是灵魂学说。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永生不朽，与柏拉图的灵魂不灭类同。灵魂论述只是柏拉图的灵魂分为三种，至善的灵魂等于至高的意识、绝对意识、纯粹意识。柏拉图不讲意识，而以灵魂取代意识。与佛教相反，佛教以意识啊取代灵魂。至于绝对意识、纯粹意识、至高意识、宇宙意识，则是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意识宇宙学家等名词了。至现代名词有意识宇宙学、灵性意识、宇宙心、灵性宇宙学、意识宇宙学、量子力学，皆投入深层的意识研究了。其内容包含了心念与意识，进而展开实相的领域。真如本心与意识、灵魂永垂不朽，皆是古今中外宗教哲学家所共识的。那么如如不动的真如自性本心呢？柏拉图之至善的灵魂真如自性，属于理性，定义为真善美的理想世界。柏拉图的理想与复制，透过理想国中的洞穴示意真实与理想。柏拉图的理想世界完美，而真实世界不完美的复制。理想的至善灵魂永远不会死，永垂不朽。真实的人会死亡，人与灵魂共为一体，共享生命的特质。但人会由生变化而死，灵魂具有深层的真实，永恒不变。人若超越啊，觉醒灵魂啊，依着灵魂进入真如本心的理想世界。因柏拉图的灵魂具备真知，有如洞穴中的囚犯，随着光亮照明永恒不朽的理想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借着苏格拉底的之口，表达出
解脱思想。洞穴中的囚犯必须弃我执，勇敢地从洞穴中逃脱。毕竟真实被囚禁在洞穴里，比不上外面有光亮的理想世界。柏拉图追寻理想世界，转向灵魂，认为最重要的是探寻灵魂，因灵魂的真知灼见能提升到理想世界，超越表象的真实人生，迈向永恒不变的理想世界。从理想国提出洞穴，其中苏格拉底和葛劳康的对话，形容人就像洞穴中的囚犯被囚禁，生死把你囚禁了，不能自由自在的生活在理想世界。人生在世，无形中被生老病死束缚住了啊。在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看来，人好像囚犯，如孔子所说的天行啊，所以必须解脱，解脱灵魂，唤醒灵魂，提升灵魂，合一至善的灵魂，合一至高的意识，合一真如自性本心，超脱真实的人生表象，进入柏拉图的理想世界。一旦接近了至善的灵魂，合一的真如自性本心，自然发现理想世界，自然永垂不朽，自然就生实相见之来。所以洞穴中的囚犯也该学学金刚经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当下解脱了，当下会由变化的真实转换成永恒不变的理想世界。只是现在以后啊，解脱了，所知量有限，还不知道自己解脱了，尚未知实相，法身之可贵。从苏格拉底和葛拉康的对话反映出人像洞穴中的囚犯，世间有如影子般的真实表象，随时变化无常，梦幻泡影的人生，人必须解脱，真与理想的世界。柏拉图的洞穴主题表达理想和真实，你现在活得很真实啊，可是不理想啊，有一天会失去一切，像历代帝王失去江山，有生老病死，你也会丧失生命。还是引用《维摩诘经》所说，法身无病，当乐法身。因此佛教的三法印、四圣地、三十七大品讲得很有步骤，解脱陀相以真如法性而生实相见如来，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佛教的极乐世界、基督教的天国天堂，莫不经由灵魂解脱，使能达到理想的国度。因此耶稣临终之前呢，最后的话，主啊，我的灵魂获得到救赎了。信道者啊，斯提凡临终啊也说，主耶稣啊，我把灵魂交给你了。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相信灵魂而自我解脱了。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指灵魂吧，也是自我解脱的观念。因古希腊没有崇拜上帝，没有信仰佛陀，只能相信灵魂自行解脱。宗教信仰、极乐世界、天国，信仰归信仰，是否能实现呢？先问你解脱了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吗？或生实相见如来了吗？古今中外宗教、哲学思想，其共识表达人生的无常转换成永恒，永恒不变化的理想世界。永恒不变的理想世界在哪里呀？就在你心中，就在当下，当下的真如自性本心。那么如何寻找当下呢？答案，先自见其身，先看见自己的形象，身外身，认识自己的身外身，是进入永恒理想世界的所要之格。理想的永恒不变的世界，新天新地，更新的新生命，真善美的理想人，自现其身，自现其身，身外身，法身，肉身真实，昏身永恒，理想完美。昏身是自信法身，佛教的终极目标。佛经所讲的法身、报身、应身等等十多种身，自信法身统称为昏身。我们一直讲昏身，那么昏身对于现代人有何意义呢？昏身是永恒的象征，昏身是真如本心与意识转换成身，即所谓的自身实相身、自信法身。若生活在真实的人生中，有生必有死，但意识可以独立存在宇宙时空，所谓灵魂不灭。哎，我们现在很多人有了昏身了，那么自见其身以后，如何进入永恒呢？对看，又
又怎么对抗呢？再生之年，你把你的意识投入分身，从分身的感知可以看到你，你也可以透过意识流啊看到分身，这样叫对抗。当你临终的时候，断气的时候，这一生的意识已经在分身里面了，所以分身成为你的身外身，第二个生命开始独立于宇宙时空中，你的意识无所不在的存在，永生，这是重生复活的定义，也是分身对现代人的意义。相应的，魏格纳所说，宇宙中存在着普遍无所不在的意识。来换你们坐。我来的话，邱博士，感恩本尊。哎，恭请本尊就坐。感恩本尊，依据《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提出赞誉如下：今天赞誉的主题分两项，第一项情转法轮，第二项横塘注释。说明第一项情转法轮，海内外很多各宗门教下资深精英，都是因为看到第一集至九十四集本尊精辟的开示内容，因赞叹本尊无量广大圆融三谛殊胜思想，因而不远千里前来访求名师，知归纳本尊开示内容最殊胜的其中两三点如下。第一点，涵盖古今中外东西方人文思想，西方哲学思想包括苏格拉底的关心你的灵魂，柏拉图自然宇宙论上的形象理论，亚里斯托德的宇宙中分线，史宾诺塞的宇宙的本体，泰戈尔的意识宇宙或精神宇宙，泰戈尔与爱因斯坦在卡帕斯所讨论的实相，黑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康德的先验统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尼采的超人思想。另外，本尊对于旧约圣经及新约圣经的思想也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至于东方哲学思想部分，则包括中华的儒释道及印度吠陀经与奥义书神秘主义哲学思想，其中尤以老庄哲学思想及格义佛教的中国佛学思想分析最为透彻与精辟。尤其在中国佛学思想部分，本尊循序渐进地介绍了部派佛教的空有理论、龙树的中论，以及基于缘起性空的根本要义而说毕竟空的空义，同时也谈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回敬论，重点在强调中道不二、中道缘起和中道解脱，尤其对大圣佛法提纲挈领的三大思想体系的经论琢磨甚深，对于虚妄唯识系、摄大圣论、成唯识论、解深密经的转依理论精心剖析。例如第十一集讲大圆净智，让同道对于转世成智都能朗朗上口。第三十三集讲解深密经的离言法性，以及包括第一集讲三智性、三无性，刚刚本尊也讲了三智性跟三无性，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那么对于真常唯心系以及如来藏系统的经论，如《楞伽经》《胜曼经》《维摩诘经》《华严经》《法华经》《涅盘经》，以及《宝性论》《佛性论》《大圣起性论》等，更是透彻分析，主要说明虚妄分别心虽是空无自性，但是隐藏在虚妄分别心背后，还是有真常本心存在。本心不但具有一切真实功德，就是流转环面也是依靠它而建立，
所以如来藏真常清净心是实有的，空如来藏和不空如来藏不但能安立生死流转门，更能安立涅槃环面门。所以本尊第一集就开示说，本体如来藏有正法藏、法身藏、出世间藏、法界藏和自性清净藏等五相。至于像维摩诘经、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等，更是第一集至九十四集里面的常客。最后性空为明系，以圣意空为究竟，而真正开显毕竟空义的理论，视为真正大圣空中。本尊经常引用的般若经和中观论等经典就是，例如第一集和第十三集说中道不二，本体以毕竟空为它的体性；第三集说中道缘起，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名中道义；第三十四集说中道解脱；第十三集说诸法空性；第八十五集说当体即空；第九十四集说照见五蕴皆空，从六根见如来藏性，当体即空，性觉妙明，湛然常寂，随缘妙用，朗然常照，照而常寂，寂而常照，诸法皆空，皆不可得，无所得而得。第二点，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本尊不是在讲哲学，也不是在讲佛学，主要是在讲本心觉明。然之所以花这么多的心神在表象上做文章，主要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因为初机者喜欢看表象，喜欢深奥的理论与华丽的辞藻，更喜欢深入浅出的文字般若。为了先以欲勾牵，而后令入佛智，故如是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同样的，对于立根顿悟者，只要门大日光照，立即直接摄受本体体性，相应法界体性，自心流露，无法三自性皆空，八四二五我俱浅，直下顿入佛之知见，直入法性不二法门，即超速证。所以本尊就开示说，照见五蕴皆空，直接摄受当体即空，中道解脱。对于顿根见悟者，则需门本尊分身之照见带动，见由涤除至玄染，一相至六相次第显发，以其日增玄奥。所以本尊就开示，你每天要观察里面，不必刻意拘谨那么严肃，你自然啊以本体为主，好像做好朋友那样接触，你把思想给解开了，放空了，意识解开了，本体脱离而出就是解脱，放空就是意识放空，让你本体流露，不要抱着说要来修，要来求道，要来求法，要无所求，法就不是用求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对本体入手，直接快而又正确，我的放下，我的放空，我的放弃，顺势采取本体的。总之，本尊所开示之内容，浩瀚无垠，圆融无碍。无论是初机者或资深同道，见极者或见迟者，各应所知，各事所事，随缘妙用。第三点，世人欢喜说法。本尊每一集的开示方法，不但口语化、生活化，而且生动活泼，甚至谈笑自如、逍遥自在、无挂无碍，用最轻松的心情、最平淡的文词，浅示出最艰深难解的稀有之法，正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而最令人赞叹的是，整整两个小时，不必看书，不需讲义，赤手空拳，丝毫不假思索，就能脱口而出。无论显教、密教、小圣、大圣各经典的经名、章节和内容，
而最不可思议的是，竟然他一字不漏的原文呈现，这种自广大而尽精微，不失而得，不免而终，挥洒自如的出世间上上智，三智圆明，三达六通之如是力，观诸宗门教下，其谁能知啊？《法华经》法师品第十云：世人欢喜说法，须臾闻之，即得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当知世人，则如来使如来所遣行如来之事，其师之谓语啊。第四点，放光照见。其实以上的赞誉只是针对表象而说，是全。如果从道书、从环中或虚中的显实角度来说，本尊每一场的开示会，最珍贵的摩尼宝珠，就是直接摄受宇宙大光体的放光照见。哪怕只是针对一个人带动，依据《华严经》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理论，任何一个人都代表全体，差别只在你是否能够尽信，你是否摄受得到而已。本尊一因演众法，正是以一即多，一人有，全部都有，尽信则生实相。归纳而言，所谓情转法轮，是说本尊之开示实在太殊胜，我们何其有幸，竟然能够在这一世能够蒙受宇宙大光体放光照见，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真的要珍惜啊。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第三十三愿：十方无量诸众生，闻佛光明处其身，身心柔软过人天，即除灭无量恶业。慧远大师净影书云：其有众生欲施光者，三垢消灭，身意柔软，欢喜踊跃，善心生焉。若在山途勤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无复苦恼，寿终之后皆门解脱。本尊九十四集开示，只要信门大光体照见，当体即空，立即证得真如本心，即得无上安乐。故沉静恳请本尊不辞辛劳，横转法轮，并建请诸位同道把握因缘，掌握机会，虔诚恭请本尊经常横转法轮，感恩本尊。第二项赞誉的内容是恒常注释。西方的圣人是耶稣，1986年前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1986年后的今天，主耶稣的信仰遍布全世界各大洲。东方的圣人是孔子，在西元前497年，孔子因挥三都而得罪三桓，至周游列国十四年，狼狈如丧家之犬。庄子《攘王篇》第十二云：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食，离根不散，颜色甚备，而有弦歌不辍。子路问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啊？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一道之谓通，穷一道之谓穷。今某报仁义之道，以遭逢乱世之患，其何穷之谓也啊？故内省而不就一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无事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恶，与某其幸乎？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厚也。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啊！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啊！孔子终其一生颠沛流离，一直到2000年后的西元1530年，明世宗依据《中庸》：为天下至圣，为人聪明睿智，足以有灵也，
才封视孔子为至圣先师，但这已经是在死后2000多年的事了。这究竟是历史的嘲讽，亦或是还其公道？每当忆此东西方两位圣人所遭遇之残酷史实，就让我想到替本尊抱屈啊！释迦佛一出生就大放光明，照耀十方世界，并足踏七朵莲花，行走七步，却开口说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相继佛一波百相犯，普熏3000大千世界，彼也离成84000人，加上欲界天、色界天、诸天神、诸虚空神，都还吃不完。四海有劫，此饭无尽，使一切人吃一劫，犹不能尽。又耶稣用5饼2鱼可以喂饱5000人。本尊啊，人家一出生就会全身放光，而且照耀十方世界，还会脚踏莲花，口说偈语，还有人家一碗宝香饭可以普熏3000大千世界，使一切人吃一劫，而且还犹不能尽。结果比较夸张的反而受人崇拜，你只不过在39岁眉心会放光而已，就被人家修理。哎呀，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九经天啊。庄子屈妾篇说：“彼妾钩者诸，妾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意思是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论语为子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啊，而谁以义之呢？然无非斯人之徒与而随与，天下有道，莫不以义也。”正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啊，而谁以义之呢？”正因为天下逆，故大日光体才化身宋七力，潜行如来世。正因天下无道，故宇宙光体才化身宋七力，欲言之以道。假若天下已有道，又何劳宇宙大光体如此这般周折？君子通一道之未通，穷一道之未穷。今本尊抱宇宙大光体，虽遭逢天下滔滔之患，其又何穷之有啊？天下之滔滔，舍本尊而谁又有能力予以抑之呢？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昔西伯居有礼，演周易，孔子二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岂有国语？孙子鬓角而论兵法，不为千属，世传李览。韩非求秦，说难孤愤，诗300篇，大体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亦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我想将来会加一句：“宋七力受吾论道300集传世，现在才94集，还有206集。”本尊啊，加油哦！依据《韩非子·和氏》13云：“楚国人卞和在荆山发现美玉，出现楚厉王，被越右卒；再现楚武王，被越左卒。卞和怀玉泣血荆山一甲子。”依据《史记》记载，和氏璧后来成为楚国国宝。秦昭襄王企图以15座城池骗取和氏璧，这便是成语“价值连城，完璧归赵”的由来。和氏璧自从被秦始皇雕刻成国玺后，在往后的1000年当中，成为秦、汉、魏、晋、隋唐等历代王朝争相争夺的传国玉玺。这就好比环古的名画，在其有生之年跟人家换2条鱼，人家都不要。
世人之懵懂无知啊，率皆如此啊。而今在宝岛台湾，竟有美玉在此啊，价值连城啊，却是运毒而藏珠，求善假而孤珠。哎呀，这岂非是国宝之门城啊？夫子虽明知凤鸟不至，何不出图？唯有具足行道于世的使命感和坚毅的企图心，故为道之心传及繁盛周文之使命，于五五之宁毅然周游列国，为诗文尽力。虽平遭困厄，唯有弦歌不辍。若非真知有天命在身者，其谁可当？这就让我想到本尊和本尊道，依据宗教学所述，任何一个宗教自其发轫成长茁壮，至于弘展流布，至少需历经半个世纪以上。故以中庸发强刚毅足以有直，和千磨万击还坚劲，要留分身在人间与本尊共勉。花若盛开，蝴蝶自来，故本尊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道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啊？人生七十才开始啊，八十满满是啊。刚刚本尊说已经七十几岁了，九十也是无稀奇啊，一百笑嘻嘻啊。故前进祈祷，诚心祈愿，宇宙大光体应身所化之本尊的身躯，如山如瀑如冈如林如窗之方志，如日之身，如月之痕，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长青，亘古长存，光披四表，让群里百姓普受大日光照，德泽无穷，利乐一切诸众生，沉静养住霞林，悠悠无尽。以上。恭请本尊肉身恒常住世，感恩本尊。以上赞誉完毕，若有不当及失误之处，恳请本尊纠正，并请同道指正，感恩本尊。请教请教，恒常住世哦，恒常住世肉身不可能恒常住世，你着重于肉身恒常，你着重于三百集，我强调有分身，分身永恒，三百集可以流传，可是毕竟那是文字，分身啊，分身永远存在，因为分身不存在人类的时间跟空间，却超越时空，与我成了生命共同体，只是我的生命有限，分身无限，永恒。分身是真正的生命，佛教最终的目的是法身，自性法身，分心。耶稣活到33岁，佛陀活到79岁，耶稣佛陀的肉身不能恒常住世，唯有法身才恒常住世。有记录的是佛陀法性常住，分身千百亿。耶稣显上升天，让多马触摸身体，以证明复活法身了。分身确实存在，像上一次那一个胰脏癌的，有的听到战役临终的时候，分身牵着往生者的手，让他家人看到。所以万一啊，如果你没有实相境界，分身会出现。你100岁时，分身将引导你往生光明世界。分身出现，你就安心了。如果你自己有分身，自证其身的，自证其身就能进入永恒。自证其身就是你当下本心复活了。自证其身，自证解脱了，超脱生死了。你自己现在也能分身了，能自证其身，那才是重点。20几年前，大家在嘲笑分身的时候，分身被围剿，被审判，
我就发现要让会员都会分身，分身的意义是生命永恒的象征，分身在任何一个时空都可以生存啊，无所不在，分身超越生死，超越物质，超越时空，这就是永生啊，法身常住，信耶稣得永生，耶稣讲重生，讲复活，其前提必定先言耶稣能显像。保罗在西利亚途中看到耶稣显像，显像就是分身啊。保罗沿着地中海地区传教，散播信耶稣得永生。结果保罗被砍头啊，彼得被吊十字架，脚朝头，头朝脚，殉道啊！只有一个幸运，约翰被放逐到巴摩岛，写出启示录《约翰福音》，其内容是天眼境界，例如新天新地、耶路撒冷，像黄金城一样从天而降。若是实体的黄金城，就是实相。约翰天眼看到了。解经者解说不一样啊，圣经翻来覆去，其重点是天国、复活、重生。信耶稣得永生，得永生要从你的当下下手吧。耶稣说：“父在我里面工作，父和我原是合一的。”父啊，父是上帝，还是至高意志呢？真主自信本心呢？在先进思想家与权威的量子学家共同认为，当你的实相达到最深层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就是上帝，因为或许信仰的上帝只是符号、抽象的，没有实体。上帝是假设的，语言的假设，谁见过上帝啊？启示录的约翰看见耶稣在上帝的右边，是约翰的天眼镜像，以后是实相实体化的境界呢？若你能像耶稣在上帝的右边，与上帝生活在一起，生活能自由自在吗？能随心所欲吗？而实相世界的特色，四大无碍，依你的意识自由而存在，而且在生之年，只要解脱了，就自由自在，事事无碍，生妙乐，享极乐，究竟的理想生活就在实相世界中。因此啊，佛教所谓涅槃即世间，人间净土，上帝的国与佛教的极乐世界，纯信仰啊，信仰是依他力，解脱靠自力，信仰依靠上帝。依靠阿弥陀佛来接引，期待耶稣再来。若不来接引，只好凭自力解脱了。无论自力或他力，进入永恒不变的世界，皆必须自见其身。请坐，请坐。好。等多少年？哎，来，戴瓦利啊，小姐，戴瓦利。请本尊。请本尊坐下。先坐、哦。全部你好。哈尔滨的，哈尔滨的，还有南京的，哦、难怪感恩团。感恩本尊，坐一下。请坐。坐一下。可是我站的比较习惯。谢谢本尊。哦，我们一群48人。来面见本尊，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面对本尊。现在中国大陆很难过来，你怎么能过来啊？我们是从哈尔滨坐飞机到南京，从南京再到台北，由台北到高雄。没有限制哦。你是哈尔滨的出家人啊？对。反正我在意。先坐下，先坐下。我在意啊。面见本尊是我这一生非常大的荣幸，也是我九族最大的荣幸。来到本尊到这个会场，哎呀，感受特多呀，我的能量就充满了全身，特别的浓，就是冒汗了，全身都放光了，我感觉。我就赞一下啊，我这是第二次来到本尊道现场，第一次来的时候20多天就过来了。没有什么认知，在回去的飞机上，我看到了本尊黑头发的那个分身护送我们到哈尔滨，就是那前是直接送到哈尔滨。飞机上？对对对，在飞机上看到本尊的黑头发的分身。黑头发像真的人还是像电影那样？不是，那个是实体的。实体的，像真的人那样 对对对，就这么像真人一样。实体的、你讲实体的就对了。对对，告诉我们安全到达了。我非常的就是心里跟本尊分身在沟通，就能感受到他
他所说的，哎呀，特别的和蔼可亲，跟本尊像呢做的一模一样。哦。啊，这是我第二次的来会场，非常荣幸，今生能进入本尊道是我最大的荣幸了。我再赞一下，就是在看本尊地位地的时候。跟着我的朋友还有家属还有学佛道的佛友一起看本尊视频的时候，在看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的法喜中度过每一天，因为一到九十三集嘛，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完的，就是每一天都看了五六个小时，我们就在一起聚会。到来的时候，所有的亲属和佛友都加入了本尊道的会员，特别的法喜，特别法喜，就是我还能吃到天食，一碗百香饭出现我的面前，有沉沉的、重重的，还热乎乎的，香气扑鼻的，手就能摸得到，就是特别法喜。完了吃的可饱了，还打着饱嗝，哎。一想到天时就有钱儿，就是没等了一想就有一种饱的感觉。只有白饭吗？不是，还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美食，就是不只是白饭。白饭有没有配菜？那个有菜，有蔬菜，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我们不是东北吗？就是土豆啊，炖牛肉啊，炖萝卜呀，那种飘香啊，马上就是全部一样了。对，我还可以见到我自己的分身。咱们光种群聚会的时候，我就拍到了我的分身，就是和我在一起，我的相片里面出现了我的分身。哎呦，我可高兴了。你的相片出现你的分身了？啊，对，就是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呢。我说是身外身吧，可以这么说，反正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但是他比我漂亮，光的那个皮肤光光滑滑的，比我现在的漂亮多了。化身像都比肉身好看了。对，你可以看肉身完全一样。变你完全一样，可以完全一样。浑身可以调整，像咖啡或美食一样，可以变更好吃，更香的。变和你家乡口味完全一样，爱可以更好吃。天使可以调整，意识思想调整。对对，看到你的分身可以把它变得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在你家里看到分身，在这里可以看到你分身吗？可以，就在本尊旁边站着呢。干嘛？穿你现在服装吗？啊，可以呀。完全一样吗？啊，可以，可以，可以。也有亮片吗？有头发。是你戴一个亮亮的，亮亮的，就是我的头上戴着的服装都一样，还有我身上穿的。就站在这里吗？对对对，就在本尊旁边。好，还给本尊敬茶呢。敬茶？但是变得石像茶，我现在这里没有茶喝。我要变得很漂亮，很漂亮。是是，它是非常光亮的一种，会发亮。嗯嗯，皮肤会发亮发光啊，发光，白皙细嫩，皮肤还放着光。我要变鸡大声。有有有。哦，超过屋顶了，登上天空去了。我那个站的巨大声，我看着地球啊，特别的小，就像那个小水球，那么点儿。你的头一直看着月亮和地球之间。啊，有有有。巨大声，你看，看到哈尔滨。我回去了，回去了。我想就是一念之间就回去了。一念间，一念间，十相都一念间。心开眼明，分身见，随你遨游宇宙间。现在你的头到月亮以上了哦。嗯。巨大声哦，然后这个分身再分一个现在的你到你的哈尔滨家里去。有有，跟我这个保留再分身过去，另外一个分一个身到你的家里，进入门口。有有有，摸到那个门口拿钥匙开门。有有有，一个平常身，一个巨大身。有有有有有，本尊还有你的另外第三个分身啊，变一个小身站在我的手掌上。有，特别小，特别小，可是你那里看得很清楚。对，清晰可见，手掌温度都能看得到，感觉到本尊那个手的温度
脚踩的那个本尊那时候温度有温度，你那边都有桶啊？对，有温度。哦，在你家乡那个分身，你看到站在你门口了？有。他伸手拍你现在肉身的肩膀。有，这个感恩本尊。你现在一二三四，对，四个身，四十个你在空中，四十个，有，这么快，哎呦，我这为二三十年都不安定了。因为本尊开示过嘛，就在那个，都在空中，对，都在空中，四十个站立，四十个啊，谢谢感恩本尊，感恩本尊，难怪你。有那份心从哈尔滨飞到这边来，难怪你说见到我是一生的荣幸。子瑜，你的实相境界很好啊，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那啥荣幸了，也是我九族最大的荣幸。我相信你严惩实相的啊，感恩本尊。能四百个就能四千个，哦，济公你一目了然，四千个分身啊，不用你算，哦，四十个变四百个。四千个，有，他是一眼就能知道多少多少的，不用你数的，一目了然，不用数啊，对，每个分身的人都看得到，是，你一眼望尽四千个，对、哦，相对一眼望尽九重山，那我下面遗憾，从其中一个四千个之一会发亮，有，那一个伸手一样拍你的背部。啊，有啊，他的拍我还蛮重的，谢谢本尊。佛陀千百亿分身就这样变化的，哦，无量化身无量，何止千百亿，那四千个是化身，分身一个是你的分身，巨大身也是化身，这个就拍你肩膀那个，事实上每一个分身都可以拍到你的肩膀啊，能本尊。可以的啊，你继续演下去都可以了，四万个也可以了，无量、哦、无量了。感恩本尊。无量，通常看到两三个就模糊了。哦。马一龙二三十年，半个头都没有清除。谢谢。你来。感恩本尊。建立之志可以一览无遗，一扫而尽，通通收拾。好，会长好，请坐。请坐。哎，来，请进来。再来他啊。感恩本尊大光体，感恩本体法身。我叫金春郎，从日本来。哦，你日本的？啊，我进入大日中法身道是刚两个月，是和田先生的带动下，我见到了分身。我今天想赞誉三点，本尊请坐。没关系，站着我也很习惯。我在短短的两个月之间，我把 DVD 从一集到九十四集全看完了。全看完了。嗯。哦。完了，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镜像。我想赞誉的镜像，第一点就是我看见了法界宫，还看见了法界寺。要看到法界宫，一定自己有法身，自己的分身。有。有看到分身，才有法界宫。法界宫是自己的分身。变出来是变出来的、哦，还看见蓝色的大球大光体，蓝色光体，蓝色的光体，大日夕阳全看到，光都看过，两个月，两个月，哎，谢天气吧，两个月，这是第一点想赞誉的，哎，那个，还有第二点就是、我经常看到本尊的分身，在日本吗？在日本看到本尊的分身给我的光体发光。给你放光、对，放光，嗯，看到，所以你能力很快啊、所以你也能分身的，啊，你自己的分身那个是第二个生命了、啊，你从第一集看到九十四集了，所以分身有的看碟片就有了。第三点想赞誉的是，就是有一天看 DVD 的时候出现了偶像，是在中午出现了偶像。偶像什么意思？就是男的。你出现你理想中的偶像，对，讲没有关系，讲我可以给你提示，也不是我想要见的，就突然出现了，他自然出现的，突然出现的，没有想到出现的，对，是本体出现的，啊，不是我们这样想变成事变的，这样又不对，出偶像也要讲，出现偶像的当天晚上就产生了大乐，就和你如来明威
类似，嗯，是。从那之后就是有过好几次大略，这种大略我感觉到第二天特别就是经络全都是通畅的，身心特别愉快，所以我先感到非常的幸福，特别的感恩本身，而且很可靠，他不会变心了、啊，直向不会改变，而且他都听你的哦。就是这种大略怎么说，就是会来电，哦，来电来得较紧啊。会来电，会来大乐，嗯，就是世界的无上安乐啦。我、那九十四集讲得无上安乐了，六根显化完整，和如来藏就会有无上安乐。还经常能吃到东西，但是吃到东西就是味觉不是特别好。你味道还没有开，有大乐的人味道很简单啊。哦，味道没有，你现在在想一个东西有味道的，那、你吃不好的。现在有味道给你开，现在可以了。你自己想一个东西。我想了一个乌梅，就是酸的乌梅。有没有味道？嗯，有。酸梅有味道，酸梅比较容易。嗯。木瓜，木瓜你知道？木瓜我没吃过。木瓜没吃过。那么。pineapple。pineapple 好。pineapple 凤梨。嗯。有没有味道？有。哦。嗯。这样比较快，然后你不要一直保持没有味道，就马上吃，马上有大热，大热以后有如来明慧的，后面全部一整套都会出来，已经合一了，这后面就产生那个。还有我这次还想在于，就是我到台北会馆，看见就是分身的像照出来的像，猴像，大日出现了很多，全是分身。真的是神奇，你的战力看到这些，刚刚在讲到没有出，那不大可能，所以一定全部俱全了。好，我相信我一定。所以积享乐、享受，包括很广、时空，一切包括在内，比人世间的什么什么都幸福。继续，你的分身没问题吗？要有分身。我的分身有的时候清楚，有的时候不清楚。有时候很清楚。嗯。大乐清楚吗？大日清楚，偶像清楚啊，嗯，偶像很清楚吗？嗯，啊，你的偶像站在你后面，有不清楚，就是说我用眼睛看，这样就不清楚。有，偶像站在我后面，眼睛看不到就很清楚。嗯，你的分身现在穿黑衣服站在后面，有，对啊，这样就很清楚。不要用眼睛看，因为实相是用心看。为什么可以看到你家门口，你的分身站在你日本家的门口？有。就很清楚啊，怎么不清楚呢？所以一定会清楚，而且实体的。你的分身伸手拍你，他从那边伸文殊书臂，伸到这里拍你的背部，有，对啊，拍到了，嗯，都有了。因为你跟偶像有接触过，所以这些都很简单。偶像不是什么色情啊，都不是，那个是一种境界，嗯，提升境界的一种开始。所以你。现在你想什么有什么了。现在你的额头有没有放光？我额头一个珠在这边。嗯，有。有。嗯，放光照到你日本的家门口。有。好，你带这个珠回去，这样就可以。谢谢本尊，请本尊给我安圆光。安圆光哦，啊，珠都想到哪个圆光？好，来，你现在直接你的后面就有圆光。啊，谢谢有。没有就讲没有。有。有就有，有就可以。还有呢？还有我请，讲没有关系，讲没关系。还有我爱人有病，我想请五色珠。五色珠哦，就是治病的珠。我在五色珠。治病的，能够治病的珠。五色珠在你家客厅的。啊，有。你家的客厅直接看到日本去，在那里转，好像篮球。啊，在那里转，在你家客厅的空间转。看见了。你回去走进去就看到。走进去就看到你，哎呦，真的五色之，这样就可以了。还有呢？没有了。还有，我能不能给我父母也安个圆光啊？我父母，我们家亲戚刚才都在这儿站着，我都看到了。你父母，你全家都出现好了。哦，全出现了，刚才。都出现了。嗯。你没有想到的朋友也出现。出现了。你没有想到的哦。嗯。全部有圆光。
谢谢，感恩。哦，很好很好。感恩本尊，感恩本尊大光体，我爱你。我非常爱本尊大光体。有一次就是这尊的金刚座突然间把我灵魂捉到一个空间去，怎么把我抓走，后来我不知道，忽然间写三个字宋七力，有写三个宋七力，我说那就是宋七力的国土，我就这样想，忽然就又回来了。我第二次说你再带我一次好了，结果上去也是三个字宋七力，我说那就是本尊宋七力的国土，那我们以后也可以去那边，是不是？这个是第一个战役啊，哈。第二个战役是去年的时候，我合掌合十的时候，我就会放光。啊，我吓一跳，我说奇怪，我是一个凡人，怎么会放光？啊，我惊一跳，我就跟你推。我是做平凡一个葫芦，那我可能也放光。可是现在本尊开始或者妙智光出来了以后，我现在是在妙智光里面的圆光。每天能够看到放光，而且妙智光很大，跟以前不一样。你是有妙智光吗？有有，现在有，以前没有。后来本尊退出般若光的时候，我才有像背光。你现在等于有分身？有。你现在分身可以站在这里吗？可以。妙智光有。对对。般若光啊。般若光。般若妙智光，圆光外面更大的圆光包着圆光，对、那个、对、啊、有，我每天都在那里面。后来前阵子我在协会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同道说本尊大光体，他只有讲这句话，忽然间从天部下降了 一坨很大的光芒下来，让我从那边退到那边去。我怕一跳啊，我跟他表一样，我就吓到了。那个能量，那个光速，那种同时光看到的同时，忽然就撞击出去，那个威力之后，我人生都改观了。感恩本尊，感恩本体，感恩我的法身。嗯，你进分身干嘛低耶？有，你的分身妙智光要反映在你的肉身上。你是说你的分身的妙智光吗？相应在肉身上。对，有分身的妙智光与妙智光是一体的啦。对，有。有时候我会跟我的法身说，请你出来帮我放光，他放光在我前面，他就直接我就感恩本尊，感恩放光照明，非常感恩本尊。哦，对，是你的灵魂受到法界大日光明了。对，非常感恩。你的灵魂阿赖也是摄受到了。对，摄受到了以后，你的烦恼污染是转世成智，只有般若光生实相见如来，你必定活得很幸福。对对对，活得很幸福，离苦得乐啊！我都非常感恩。对，那一切都改变了。哦，我一切事物都改变。般若光是妙用，你可以用啊。所谓般若妙用，我不知道怎么用。用，先从天时。哦，天时。比如你平时爱吃什么，你给变来吃。嗯。哪只？有。睡觉了。有。能用天时。天地万物的饮食男女妙乐皆可享受得到，这是实相实体化的价值。天时实相生活化。有一次我参加 TBS 啊静文夜总会，李彦秋主持，节目的主持人说修道是没有欲望，怎么会有，如果要咖啡要皮包，你看我在讲天部的诸法皆空，人生的一切都可以摄入实相中，他都诸法皆空，他在讲的是咖啡、皮包，人间的奢侈品。同样是咖啡，同样是皮包，人间的咖啡、皮包与实相的咖啡、皮包显然不同啊。人间的真实，实相的理想，理想与真实对照，永恒与短暂就显露出来了。实相的咖啡、皮包，谁想谁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想什么就有什么，就会呈现。一空满愿，一空，空是实相，满愿满足你的一切愿望，一切空该是实相，一空满愿。是。好 ，OK，OK。Okay, okay.
我是李彦秋，欢迎光临新闻夜总会，大家一听三来坐会，先谢谢三位特别来宾的参加，谢谢。另外呢，今天要特别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哦，他是宋七力先生，欢迎宋先生。我想今天那个宋先生到我们现场来啊，主要是说在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监察院呢，对于这个台北地检署还有这个台北市警察局呢，都提出了纠正案。原因呢，是因为宋七力案呢，在这个85年在审查的时候呢，那么监察院认为说这个案子有泄露机密，而且没有持搜索票就前往搜索这些上面的瑕疵，所以呢，那么内政部呢又没有任何的根据，就取消了宋七力协会的一个这个社团执照，所以呢，他们就这个纠正内政部、法务部、台北地检署跟台北市警察局都提出了修。而这件案子呢，宋七力这个案子说实在是蛮轰动整个社会跟整个政坛的一个案子啊。那么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高等法院已经宣判宋七力案是无罪的啊。那么当然现在呢，这个高检署还在上诉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宋七力宋先生到现场来啊。我想这个先请教一下我们现场有没有宋先生的信徒，有没有？三位，你是啊？所以黄博士，这有没有阿德？不是，好，那所以我也要先跟宋先生先这个澄清一下，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的问题非常的直率，也许会没有什么太不太有礼貌，我想请宋先生要先有担待，好不好？那这个我们今天的在场的来宾都可以有问题呢请教宋先生，不过我先请教一下我们三位来宾，从现在监察院的一个纠正案啊，然后从这个地方法院，从这高等法院的一个宣判宋先生是无罪，从这些的整个的一个迹象显示连串起来，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整个宋七力案都是原先的判断是错误的，对吗？原先我们对宋七力案的判断是错误的吗？好，那文博说错误的。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是一个伪善假道学的社会，我本来以为说只有政治人物会分身，你知道吗？他去过大陆，他说他没有去过，说过的话他说没有说过，那除了分身之外，本尊对不对可以逃掉这个事情？我本来以为只有政治人物会，其实现实社会里面还是有凡人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嘛？那你怎么可以说他不可能做到呢？坦白讲，耶稣说他会显灵，让瞎子看得见，让跛子能够站起来，你相信吗？很多人相信吗？对不对？道家里面很多符令啊、加持啦、开光，你相信吗？还是很多人相信啊？密宗黑教里面打手印啊，然后用那个什么人骨头啊去祈福那些，你相信吗？你还是要相信啊，因为神鬼之事本来就是莫测高深的嘛。所以我确定你是宋先生的信徒，我刚刚以为你是开玩笑的。而且主要是因为说我最近太忙了，忙得分身乏术啊。很想说受大师指点一下如何学到分身之术，就不会分身乏术。我想请教朱老师，朱老师是这个 学哲学的，我们知道你是康德的信徒啊，那你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事情？觉得说这整个的事情到现在法律上司法上其实都还给宋先生清白了。我想呢，现在在司法程序并还没完全结束。对啊，我想在一个法治的社会呢，我们不相信司法，那你要先相信什么？所以说呢，在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监察院现在针对内政部、法务部、台北地检署以及台北市警察局，现在就提出纠正案。我认为好像操之过急啊，这样不妥当。我觉得说最好是啊，已经啊三审定谳了之后，那时候啊再来做一个纠正啊会比较妥当。那我要请教一下小董，小董在这个案子其实你都一直在观察，也都在参与当中，是不是确实有瑕疵整个案子？他瑕疵是比较程序上的，那因为其实宋庆义，因为我老实讲，我现在看到他跟7年前看到他不太一样，他现在看起来比较慈悲啦。脸上看起来比较慈悲。七年前是怎样？脸上有杀气吗？因为那时候大概警察要抓他嘛，然后信徒很凶狠，我们也是被挤在人潮里面，挤得像我这种彪形大汉都被挤得迷迷蒙蒙，在宋七力显像馆。但是监察院哦，他这一动作，我是觉得他主要是针对是一个程序，因为今天整个宋七力案哦，他针对的就是信徒有没有供养他，他比较属于是一个诈欺案。诈欺的对，那监察院他这个程序是比较行政程序，说第一个你在侦办的时候为什么可以那个，那这个当然是行政瑕疵。所以这个纠正并不能够代表说宋先生的这个案子是他的所谓的有没有神力，或者是他的一个和这个是不相关的，不相关的，一个是行政上的一个问题，一个是属于宗教上面的一个问题。好，这个补充一下，我同意刚刚朱老师所讲的，我也不认为现在是提
出什么纠正案是对的，是这个很不适当，就直接提弹劾就好了。弹劾，这是政治干涉宗教。我现在要请教一下宋先生，我们来看一下，这您有两位信徒呢，对于您的一个认知和他们对您这个整个一个宗教他们的一个看法，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宋先生的这两位信徒他们的说法。觉得是我自己啊，譬如说我在飞，哦，飞向一个光亮的一个像太阳一个那样的一个地方，啊，甚至于说我可以，哎，怎么跑到水里面去，露水不清，露火不焚，哦，这种经典上记载的，我自己亲身体会。我小孩子常常讲说他跟分身在一起，那是真的。你到现在也这样相信？我是相信有分身吗？我相信他有分身。他是上帝啊，他是宇宙光啊，你知道吧？他可以封人家成道不成道，他目标就是要叫人家宣布人家成道了，就要拿钱催眠术，有人家有办法让人家做白日梦。所以你认为是游方就是被催眠的？他被催眠，他很可怜，他到现在还不知道。所以宋先生，您的信徒当中有人认为您是像上帝一般，有的人认为说您是个骗子，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从来为什么叫做这个本尊的意思，说以自己的心呐，为尊，是本心，尊敬自己的菩提心，向内找自己，观自身实相，不是传统的宗教说向外拜偶像，拜阿弥陀佛，拜耶稣，我是回归拜自己的菩提心，菩提心一旦显化以后。哦，和我们的五官意识相应以后，它就产生放光现象，每个人都可以的，不管男女老幼，因为这个菩提心是人类平等的心，没有分别，没有差别，男女老幼，哦，老人小孩有没有念书，没有念书都可以，一旦显化出来就产生光，流露出来在宇宙间流行，才成为宇宙光。啊，因为这个张乃人他从来不听这些道了什么，因为我曾经在这个录像带中啊，说我眼前的花你能够拔得起来，我就让你听到啊，结果他拔不起来啊，哦，那个录影带都被检察官当为起诉的定身法，哦，他拔不起来啊，张乃人拔不起来，说拔起来我再和你谈道，所以他认识我很多年，他请我出。所以宋先生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信您的人，他就会有你所说的，不管是发光也好，本尊也这个是会有分身也好，他都可以做得到。但是不信的，他完全就没有，看不到也摸不到。信我主题不是要信我，我要回归信你自己的本心，哦，那我也是以身作则，哦，说哎，我自己一个凡夫，我时常自称是以凡夫中的凡夫视线。哦，视线分身啊！既然我能，我时常表达我的愚痴啦，看起来哦吓吓的那种样子，让你觉得你宋其力可以，我也可以呀。哦，因为一般人总是我执自己是高贵的，自己是高等知识分子，所以这个障碍啊就障住了，菩提心不能显化。小董，小董，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采访哦，其实他是有很多信徒是崇拜他的，不是崇拜自己哈。像刚宋先生讲说你要拜本尊，其实信徒都是拜他。我们接触过很多信徒，那时候检举他。最凶悍是江正嘛，哈，那时候他就说他们还要供养他了，哈，那就是说，就是跟现在宋先生讲的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后来像那种显像的那个，其实我们后来找了好几个摄影记者回去，我们都会弄，对，都会弄。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人就显像的部分，所谓分身的照片的部分，那当事人也证明说他是作假的，对，所以这个部分已经构成了受诈欺的问题。这个内幕哦，我顺便在这里提出报告一下，这个内幕哦，通常以为是个乱象哦，只看到这个现象，没有看到真相。真相都被掩盖住了，你知道的事项在那里，照，结果那个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照片是这个检举人啊，要花钱请罗正荣制造一张，然后安排好要来陷害我的那个照片，不是我照的啊。您从来没有照过说自己的分身照片什么的？自己照照片我从来不照啊，我自己也买照片啊。那個、可是您那个照片都是放在您的显像馆里面的，不是？那照片流行很广那时候，但是不是我照的，也不是我，但是要求那个要陷害我的人哦，他制造一张，故意这样安排好，然后来陷害我这样。要陷害我之前，他要向我提出那种勒索啊，那我不要，他就先给我警告了，这个内幕都不可能讲到的啊。那时候最主要就是有一本书叫《宇宙光明体》这本嘛，哈，那时候就是游方之女士她有写戏嘛，哈。那时候很多游方之为什么开始会被列为被告？因为他这个戏等于说是有论笔会的，哦，所以很多人说你是参与嘛。当然后来证明他是无罪，但是其中
里面照片里面不止一张啊，里面一头拉骨，一头拉骨就说他会有显灵，会怎么，不是会有一些光啦、啊、或怎么样哈、喔。然后那种就我们照相来讲，看的都哈哈大笑，就是那是重复曝光。那在这里面，我们讲句实话，这种是属于一种新兴的宗派。为什么呢？大家讲释迦牟尼佛那么遥远，我怎么能够跟他啊得到他直接的加持呢？事实上，全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情形，包括在回教世界也一样。所以说有很多新兴教派啦，什么飞碟啦。在我个人来看呢，讲句实话，耶稣基督啊，里面有很多的传奇啊，我们今天用常理来看，也不可理解嘛。你现在啊。要信天主教啊，要先受洗的时候，他要问你哦，你相不相信圣母玛利亚是处女怀胎？你要说信，好，那才可以那个。啊，讲句老实话，什么处女怎么可能怀胎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天主教啊，你这个一动的话，整个天主教就要崩溃。对，但是朱老师，这个问题是说，那个是很早以前的事情，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去。不，到现在还是这样。好，他就是要处女能怀胎。才叫做神机嘛！宋先生人就在这里，所以就大家会觉得说，你要展现出来说你这样子的一个神机的话，那你就要让大家看到，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出现。好，您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刚刚知道说宋先生其实刚刚也跟我们讲了说，其实他可以用意念，就是有一杯咖啡，想要一杯咖啡，其实一杯咖啡就可以浮现在他的眼前，而且是可以摸得到，也可以喝得下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在我们觉得像特异功能一样的东西，就是。宋先生讲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修行得到的，是这当中，怎么样能够证明这些事情？我想，我们待会回来。新闻夜总会，大家请上来坐会。我们今天现场呢，特别邀请到宋其立先生啊，来谈一谈他这整个的一个案情啊。我想宋先生，其实对于一个信仰来讲，当然信者恒信，不信者就恒不信。那不信你的人就觉得说你一定是怪力乱神啊，但是相信你的信徒就会觉得说你是他们的拯救者这样。但是我想这个是属于信仰的层次，是无可厚非。但是有一个那条线在那个地方，那就是诈欺的线。有没有骗人的线？就你有没有用宗教的方式来这个欺骗人家，让别人来相信你而获得利益？我想这个才是这次整个的案子的一个最重点吧。那我们这个案子会判无罪的重点，就是因为没有受害人，没有受害人表示没有去诈欺人，是不是？就没有受害人啊，你找不到受害人啊。但是有刚开始的时候，有你的信徒也是觉得说他们付了钱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们觉得说其实并没有得到他们没有啊，哪一个你指出来啊？没有啊，哪一个呢？他那时候就是江镇哦，江镇那个不是那个江镇，那个是渗透存心进来，那个存心渗透进来，他没有分到啦，没有分到，通常交不是这样，还出钱没有直接交给我，都透过别人转来转去，不知道转到哪里，然后都算我的账，这样不是要给我的，我都没有拿到。所以如果说是一个普度大众的一个心情的话，为什么会接受这么大的一个供养？比如说捐地、捐主、捐钱，那个是捐在柜台，那我没办法退还的时候，就有办法退还就退还，没办法退还一样保留，没有过户，所以没有说像人家用催眠啊，用什么用某种技巧或伎俩来骗人，骗人诈欺就有受害人了。可是受害人证人调去都没有受害人啊，你查一查，我们这个案就是没有受害人才判入罪的啊。我觉得很难想象啊，这个耶稣基督或者是阿拉在这边受审的这种状况，其实受害人才判入罪，要有受害人就钱被骗了，或者我相信宋先生是没有那个意思要去诈骗或是骗人的，完全相信这一点。那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的宗教或是个人崇拜都必须创造一些神迹出来，那这个神迹你去相信它，是让你去完全去相信它的那个宗教的意志，进入那个情况以后呢，让你去向善嘛。那我相信宋先生也不会让人家去做坏事，没错。可是问题是说，当你告诉人家说你也有神通的可能性，你也可以去看到东西，你也可以分身的时候，他相信了，他却做不到。毕竟每个人的那个天生的资质不同嘛，像我哈，我没有菩提心，因为我一向自称是广告大师嘛。
所以我就没有菩提心嘛。那像我，你也看得出来，很难找得到。对，像我哈，除了把头剃光之后，也不会有发光现象，对不对？那如果是我相信宋先生的话，那啊，我就开始奉献，因为我认为我可以分身，可以发光，那我就被误导了嘛。所以如果说让人家不被误导的话，除非你跟他说，你来相信我，向善做好事，可是你不一定会能够达到那个境界。就你没修到嘛，就是你修不到那个境界啊。但是像刚他讲的，那他是应该每一个人都可以，他会奉献是他们的事情啊，不是他的问题啊。那奉献给他，就像是捐香油钱啊，捐献是一样的嘛，一样的感觉，是他的问题嘛。那只是说那些人想捐献，他们自己笨嘛。你要相信那个事情，那是愚笨税嘛，对不对？那是你自己相信。好啊，宋先生，这是他个人的想法和判断了，我用人世俗的观念去看。那我们现在讲的什么光啊，什么分身啊，什么世间的，就是用不咖啡，用什么是用心去看的？我们是用菩提心的心眼去看的啊。现在他是用肉眼、用五官意识去判断的，所以讲起来就不对称，就格格不入了。所以就是说，那杯咖啡，如果你想要一杯咖啡，你要信，那是空信，那个咖啡会出来。但是像我这样子，我不信你，我就看不见，是不是这样子？信我是信自己啊，我所谓本尊就是尊敬自己的每一个人的本心，不是信我、啊。我说拜自己，我刚才不是讲到拜自己的心吗？不是拜我啊。我在我的书上都从来没有讲说我自称上帝，自称要拜我。可是刚才小董也讲了，说你所有的信徒都是以拜你，包括谢长廷都拜你啊。对啊，我是他是和我相应，他认为说还是要回归我说，回归拜他们自己的心。我说以身作则，说我也是拜自己的心，菩提心，然后显化出来才能分身，才这样，然后拜你自己的分身。这样我们很多会很多会分身很多啊。那时候就是因为传道他的宗旨已经变成说，你如果信我这个，你会有本尊跟分身，然后你会发光，那就是就好像刚宋先生所讲，你看到一杯水，你可以把它当作咖啡，自己会变咖啡，就是说你这样就变成有点妖言惑众，对，就是觉得有点那个，对，大家觉得说这个层次，大众很难理解。没有读这个《华严经》39，《华严经》入啊，这品39章之1。华严经有讲，在这个思想能够想出一个小器皿啊，如出生种种，你想出一个咖啡，不是肉眼看得到，是心眼看得到。所以这样子，什么都可以才叫诸法有梦最美，希望相随。所以您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而来的，都是从佛教的一个基础而来。不是佛教，我是从小时候体会出来，然后和大藏经对照一下，出自于这个《维摩诘经》和这个《法华经》里面讲的实相。好，那如果说我们去询问像这些佛教界的这些大师们，比方星云大师或者是正言法师、圣言法师，他们实施的这个人间佛教，这个就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能变出一杯咖啡出来，可以改变分身的问题，或者是其实分身人间佛教像他们这三个大师都是实现他们的思想，要实现应顺导师的人间佛教。什么叫人间佛教呢？是把佛法我们心里的万法为心啊，把人世间肮脏的变成心净火土净，把你客厅什么都可以推开。但是这几位大师绝对不会告诉他们的世界呢？这几位大师不会告诉他们的信徒说，你们在修炼，你们就会有分身，你们会发光。这几位大师绝对不会说这一些、啊。他是叫你先，因为他是从形下而从修第六意识、第七意识，把这个第七意识我执、法执，修到我空、法空，才能进入到。这种如来心才有分身产生，所以你还没有修到四禅定这边的时候，你讲这边太早了，所以他们反对分身这些，就是还没有讲到这个道理。那几位大师他们还没修到，就是还没有修到你现在讲的那个意境。如果自称大师，就表示还没有成道啊。如果成道，就已经不爱了。好，宋老师，宋老师。所以我说啊，像宋其利先生所讲的这一套，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定位为，如果从佛教的立场，就叫做外道，也就是说他会假借这个佛经。你是说外道还是歪道？外道，外道，外道啊，就是说也跟佛教有点关系，但是呢，书上跟佛教的真精神是有偏离的。比如说举个例来讲，他讲说这个会发光，事实上在《金刚经》里面就讲到这个如来啊，要讲到的时候，哇，五光十色啊，发光。你说基督教里面是吗？摩西到西奈山去见那个啊，这个自在者啊，耶和华的时候，不是也都是发光吗？所以说现在问题就是说，在发光，在各个宗教里面，认为所谓发光啊，那是一种啊得到
跟那个真如啊已经结为一体了。所以说他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把这种佛教，因为他接触到的可能佛教比较多，就假借佛教里面的一些经文放在一起。讲句实话，你说想一杯咖啡就有一杯咖啡，当然很容易嘛。人如果颠倒妄想的时候，明明在喝茶，也变成喝咖啡呀、是这样的，没错、啊。就是一种，是的，这种催眠吗？自我的催眠。对，这都是一种虚妄。所以说讲到最后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讲句老实话，他讲这种，在某种意义上，不是说完全站不住脚的，但那不叫神通，那不叫神通。那宋先生，所以那一杯咖啡，你把水变成一杯咖啡，只有你自己感受到那是咖啡，还是说我们旁边的人都可以知道那是一杯咖啡？这那个人那个有菩提心显化出那个体性，体性的人，他能个人看得到。是心眼看得到，所以这就变成说，你永远没有办法做一个证实。所以你在法庭上也是那个，那么法官或者是检察官也希望说你能够当场做一个。这种不是证实，证实就变成魔术了啊！证实就表演给人看，就变成不是你自己能看得见为原则啊。嗯，以你自己看得见。至于朱教授刚才讲的，我有一点反对。所谓外道啊，就是离开心才叫做外道。拜自己的心，你说是外道？你说佛陀他也是教你拜真如自性啊，那他介绍什么光，什么摩西的光，什么什么水的光？那因为我刚才讲说菩提心显化，自然就自己，每个人是这样，我是针对每个人，我有显化菩提心就会放光，放光流行在宇宙就是时空的意思嘛，时间和空间嘛，流行在时间和空间自由自在主宰，能主宰自由自在叫做宇宙光，就是那个意思，怪这些人曲解了，就以为什么宇宙光。想请教宋先生，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大陆有一个法轮功，李洪志啊，李洪志在这个中国佛教协会就把它当作是外道，因为他讲的转法轮嘛，也是讲法轮，也是借用佛教里面的概念嘛，而且他的信徒可能比你多得多啊！好，没信徒。你有没有看过转法轮？我是会员，我是没有信徒了。不啦，会员没有了。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我是你的信徒，安那讲，因为你易经讲啊足好个。哪里呢？你易经的坤卦、土卦，嘿，我甲你研究啊足透彻。所以说我在这里要讲了哈，事实上，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宗派啊，新兴的宗派，为什么会？方兴未艾，已经30年了呢。为什么？很简单嘛。我说我礼拜这个如来佛，但是我见不到如来佛啊。事实上，每个人心中都有如来啊，是吧？你比如说是信基督教的，他见不到耶稣啊。你看看穆罕默德，穆斯林的那个伊斯兰教的创始者，他自己说，他也得到感应嘛。那现在问题在哪里？就在这么忙碌的工商社会里面。大家内心都说：“哎呀，如果有一个真正得到的人直接来加持我，不是最好吗？有这种需求啦，所以不是啊。”但我在讲不通啦，我刚骑摩托车来哦。您的前身师，你知道？我就想起那游方志说啊，露水不清啊。我想我等一下可以跟宋大师碰面，我应该可以露水不是，结果还是湿透透。就你没有？我很诚心哦，希望说不要湿，非常诚心，可能比在座还诚心。所以这个，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种诚心真是发自心底。对，我想啊，其实这整个的宋基义先生这整个的案子啊，其实在社会从85年到现在，其实已经喧腾了蛮久，大家对于他各有各的一个不同的评价。也各有各的认知啊。那么，但是我想，我们待会回来要谈的，就是说，现在这样的情况，包括了政坛的很多人，您的好朋友谢长廷谢市长，或者是政坛上一些的人，他们在整个的一个情况里面，其实是受伤的，整个的形象是受伤的。而且一谈到说宋七力，他曾经向宋七力求智慧，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而且甚至呢是一种嘲笑的心态。所以这怎么样在你们的一个？形象上面，或者是你们对社会对你们的已经有的固定的认知上面，你们怎么样去扭转这样的形象？我们待会回来。欢迎再来新闻夜总会，大家King桑来做会啊！现场我们有宋七力先生啊，还有小董，以及这个朱高正老师，还有黄文博。好，我想我还有一点问题请教一下宋先生。宋先生就说，您刚刚讲说这个你的意念，然后你从心中，你觉得你再喝一杯咖啡，水都可以变咖啡。那是不是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变咖啡？你思想是咖啡的话，它随着你思想而变成物质化。物质化就是说，一样手机摸可以
有杯子的感觉。我前面是空的，但是我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有杯咖啡，我想要一杯咖啡，它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对，但是用手摸，因为它是空性，对，空的质量，我摸得到吗？抓得到吗？能量物质化的意思，能量物质化，那这跟物质不灭定律是完全违背的嘛？就是凭空出来的一个。是我们能万法唯心嘛，心展现出来，每个人都会，不是我会，只是到一个阶段，这种男女人心说就是大家心里能够所有的能量能产生出来的啊，要不然你怎么会有实相诸法？信仰完全不能用科学去做它的验证，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哈，我都是相信众贤人的，这个绝对是真心之话啊，因为我们碰过很多奇能异士啊，的确是有一些神通跟神能的，这是不能去否认的啊。包括我的朋友里面就有一些啊，是有一些，比方说看命、看相、看未来的这种能力，那怎么讲呢？所以我相信您是有能力的，可是问题是你太强调讲究我有能力，有时候人的心能这样，我没有讲我的能力。你这个就没有资格，就坏在那边。我是针对心在讲，你是针对就是坏在这边，你知道吗？心物而已，因为哈，你老是在讲一些很虚幻的东西，说你们没有办法去悟，你没有开精神生命的探讨，不是心。就是因为这样子哦，才把事情弄得很混淆。你还相信我，你就相信嘛，对不对？可是你不要跟他讲说，你也相信之后，你也会分身，你也会那个。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思考当中，你怎么样让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个？应该要尊敬的一个那样子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层次，而没有所谓的怪力乱神或者是这样。尊敬哦，要回归，要尊敬自己的心。我刚才不是强调尊敬自己的菩提心嘛？因为那个内容啊，这个万有都在菩提心里面，每个人心中的菩提心。这个认知差距太大了。对，这有这个，因为人有做梦的意识嘛，第六意识嘛，然后进去有第七、第八，就是这个第九清净光明识。清净光明识连第六意识都达不到，还要到第九意识。所以人家要修清第七意识，就这个意思啊。第七意识修炼就是要把它修掉，第七意识才能进入。所以宋先生好，那比方说从咖啡，我们是不是可以引申？我现在是一个可以修炼到差不多的一个人，我可以想象中，我希望有点黄金给我，我可不可以就拿得到黄金？黄金你这个表达出来是一种果报，产生一个果报。你黄金的目的是要买东西、买食物、买你需要。不然你黄金也是和石头一样啊，那你的食物，你买需要，比如说你需要食物、需要衣服，那你直接可以变食物、变衣服，它达到那种效果。所以我可以要一个什么名牌的皮包，我就可以想一下，那皮包就可以出现。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那你想象我们很多会员就能会啊，确实能会啊。那你听不进去，因为心物合一嘛。你现在看我怪力乱神，那是你的想法。我是用讲心的境界来讲，那你用肉眼的境界。刚才你要我解释的遗忘之入水不浑，入火不清，那也是心的境界，心的境界，爱的境界。那是不是真实的状况？就是说他出去，如果像游方之这样，他虽然他的心的状况是遇水不清、遇火不焚，但是他实际上他在碰到了一个状况的时候，他还是跟小董一样，淋了雨一样湿，是不是这样子？他是讲肉身，那我们是讲人的这心，属灵的身体，圣经讲属灵的身体嘛，这样就很不公平了。因为宋先生，每个人有你自己不要的，老是把问题啊堆到别人身上去，是你自己不够，是你自己不够成，是你自己这个没有开。你不是信徒吗？你怎么现在又不是？我讲两回事。我相信宋先生是有能力的，我相信他有。我问题是说我们的话题不能相融相，就是不能相融在。真正的宗教家，心里讲肉，真正有大慈大悲的人不会把问题推给别人，是你自己没有开，你自己心被闭障住了，不会这样讲的。是讲说你来这边相信我可以，但是你要向善，我有能力，你不一定会有能力。什么推给别人呢？你举例啊，我什么推给别人？你刚刚就在这样讲啊。哎，那我们都信讲，都是要说你要怎么样，你才有到达那个境界。就是说你没有到那个境界，你就没有办法。如果我可以，别人也可以呀。你这又推给别人了嘛？就是别人的责任呢。我也是人啊。所以宋先生，其实，在那个整个司法的程序当中啊，我们也听到你讲说。我没有什么法力，我没有什么神力，你们都不要再相信我。所以这个是肉身和心的差别。我讲我没有能力是指这个肉身，如果说我能分身，我讲是指我的分身，分别是这样，心物天人合一的意思。如果合一的话，我如果说我讲我的分身能归空，我的分身能入水，那我就是讲这样就对。而且我说我讲我能归空就不对，我这个肉身这个我肉体不能够这样。你的分身有没有肉体？肉身就是。空性的嘛，空性的身体啊。所以游方之讲说，他的孩子都知道跟你在一起，心，所以他是看得到你，就是看得到啊。嗯，不止他儿子看得到，很多都看得到啊。
所以你那个时候自己知不知道我有多少个分身在外面？你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我不知道，要他对方讲才知道。对方就是对方感受，对方讲我才知道，我自己本身不知道。但是我时常在看了、啊，我都看，从小时候看到大了啊，怎么不知道？啊哈，我要是法官，我一定说，把宋继立的肉身把他关起来，浑身通通放你出去。那我们这个分身的作用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常常说 yes。死后要去上帝国，去极乐世界。那你这个肉身上帝哦，阿弥陀佛不能抱你这个肉身上去啊，还是你靠分身上去啊？要不然叫做属灵的身体，要不然怎么叫做血肉之躯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就这个意思啊。这个宋先生他的看法就是说，就是灵魂跟肉体可以分开的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在道教真武大帝啊，那时候在武当山修炼42年之后啊，他到那个哈、啊。啊，舍身来的地方啊，就跳下去，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就玩到了。然后呢，他的肉体当然就在那没了嘛。但是呢，他的灵魂就出来了。然后呢，就五龙啊，有五条龙把他扶上去了。啊，这是道教的说法啊。那民间传说嘛，这样。啊，不，这在道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段啊。那也就是说，他真正能够说，我们讲叫元神出窍了。因为人呐，哦，按照道教的讲法，有元神跟宿神。那如果说人的元神常常就被宿神啊主宰了，嗯，也就是物欲啊这些啊感觉啊把你啊掐得紧紧的，你元神显现不出来嘛。那这个元神啊，照理来讲，依照佛教就是那个啊真如啊本心啊。那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事实上在这里你讲有，事实上有没有分身不重要啊，但现在鼓励每个人去寻找自己的那个真如本性。很重要，但现在我比较迷糊的地方就是说，比如说要一杯咖啡啦，啊，要那个名牌皮包啊，这个都是物欲啊，都是啊，我们人啊，这个真如本性啊会被蒙蔽，都是被这些物欲蒙蔽。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宋先生既然是要鼓励大家找出自己的真如本性的话，就应该要把这些通通要舍掉，这些都是虚妄的嘛。这些就是要把虚妄、颠倒妄想全部都推开之后，才能找到菩提本性。这些是无为，这些是无为，看不到了。所谓《金刚经》讲的凡事有相，皆是希望。他讲的希望是有为法的相，像这个看得到的可以毁掉的，肉眼看得到叫有为法。那他说看到。皮包看到就是肉眼看不到的，心眼看到就是无为法的空相，它能随时变化，变化随心所欲，所以叫做诸法皆空，自由自在。哦，那你刚才讲的五条龙，什么什么升天，什么什么，都是我们的菩提心变化出来的，离心无道啊。你不管讲引用道家，引用什么哦，引用什么哲学，什么什么，或你研究康德鲜艳的统结，也一样讲的离不了这些。你表达出来的话，全部不管刚才讲的咖啡。哦，尤女士刚才的入水不能入侵那一种，就全部这种千变万化是我们的菩提心一旦显化，包括分身全部我们菩提心显化出来，包括朱教授讲的五条龙那一种，全部变化出来。我们现代人不了解都往外去研究什么灵魂啊，一大堆怪力乱神，那才是外道。所以要从心里去看，唯心是净土，那什么是外道，才实是现在台湾所谓人间净土啊。宋先生讲的这个已经很非常难懂了，现在多出来了五条龙，这个是越来越困难了，对我们来讲。所以我倒是这样讲了哈，因为这个宋先生连康德的这个鲜艳统结他都注意到了啊，这个这一点我是倒是要给他加分啊。嗯，这个鲜艳统结啊，有点类似啊，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啊、第八识啊。天哪，五条龙之后又有一个阿赖耶识啊，就他到阿赖耶识啊。那现在问题在哪里？就是说，事实上，纯粹讲灵的哈、啊，我要公道讲一句话，嗯，没有人可以否定说有灵的存在。对，灵能不能离开肉体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灵是不是啊？啊，这个不朽的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呢，没有人可以完全否定灵的存在啊。那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你讲灵的话，有很大的危险性。也就是说呢，到底是真懂假懂，真悟假悟，然后呢，有人因为你无可证实嘛，所以无可证实，他可能就有一些人啊，就悟性了啊。这我刚刚觉得朱老师讲了一个是对的，就是说。你如果要回到本心的话，是要修炼自己的本心，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纯净。那我想个名牌皮包，想一杯咖啡，这都是物欲。那
我这样修的话到底有什么意义存在啊？那是不是真的就还真的我想一个名牌皮包，我就跟真的可以拿到一个名牌皮包，我用这种观念来做修行的话，我修得到吗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说，这整个的一个事情已经将近有七年的时间，七年的时间其实在我们社会上造成很大很大的争议啊。那么不管这个争议是如何，其实跟宋清丽相连的，不管政治人物也好，他整个的一个这个学说也好，其实都被大家所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他是一个邪门歪教，而且怪力乱神。因为你最大的不同就是跟其他的宗派最大不同就有分身嘛，是吧？然后还有照片嘛，所以说那个叫做宋清丽显像馆，中国宋清丽显像馆。好，现在问题在这，就是说你分身是用什么看到的？还不是用肉眼？那按照佛经的说法，这个肉眼看到的通通是虚妄的假象。嗯，哦，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肉眼来看呢？分身是心眼看，不是肉眼看，肉眼是看肉身。对啊，那为什么要用照片给人家看呢？分身也不是给人家看，自然大家照出来，那个是人照出来，不是我去照的。现在问题不是我照的。肖总，肖总怎么看？他这本书啊，到处卖了哦，最主要是到处卖。我没有卖照片。我知道，就是很多记者后来也买了看，都是哈哈大笑。我们都是受害人啊，他都没有受害人，我们没有买，但给我买过一个照片。对，我知道，我知道，他不卖照片的啦，但是是用他那个显像馆的名义卖出来嘛。那卖出来为什么后来会办？就是说，因为里面的说法很怎么讲，很神奇很多啦，我不敢讲说很荒唐，因为就是很多东西说你可以怎么样，就好像理解你都。哦，没有东西可以喝到咖啡，看到黄金，看到路易威登，然后什么？那这个用这种东西来吸引人的话，有一点重点要注意的，就是说，有时候人很多个人的思想意见不能代表说全部是我的言论，我的思想呢。所以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信徒他们的做法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他们来跟着您一起来修炼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标准吧？一个程度。我们这个不讲修炼，我们讲个人这个就是体会哦，自己我们的会员哦，几乎九成都很善良，而且你说你的都很善良啊，一千个才出一个像蟑螂。他可是你的显像馆的馆长，蟑螂人也是很善良哦，只是我不配合他啊，他因为就是要我募款示意啊。那我没办法募款啊，要怎么叫募款？今天因为张先生不在了，所以我们没有。他的心眼这么玲珑剔透透彻，他怎么不晓得张乃仁这些事来骗他的？来，如果说要用这个的话，那我为什么协会的土地退还他七次？啊哈，没有退还，就是大家报纸知道的。所以就张乃仁，早就收起来就好了。张乃仁替你搞那一家中国宋清丽显像馆的目的是要利用你的这一种，这是没错，所以我才没有说啊，所以我才退完七次。所以现在整个的社会，如果说对您还有对谢长廷市长什么，因为谢长廷市长在这整个事情里面，其实看起来他甚至政治前途都会受到影响。被误会的是，这是你这政治人物故意要把他这样丑化的。事实上，他人格清高，我跟你讲，哎，心也被蒙蔽了了，哎。我不偏心，我是觉得谢市长到一直到他最艰难的时候，他还是承认，而且他这个不简单，我觉得这个不容易。金刚心表示人格不随人事物而改变啊，那心才是真实的。对，还记得宋清丽吗？两年半前，他在台湾社会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他的大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创造的语汇成了整个社会的口头禅。这个高度新闻性的人物，为数不少的追随者始终的长相左右。这个特异的社会现象甚至成为最高学术研究单位中央研究院的研究课题。目前宋清丽显像馆正在高雄赶工兴建当中。在台北摔倒的宋清丽是否将在高雄重新站起来？宋清丽复出了吗？只不过案情峰回路转，1996年12月法官准许宋清丽出来之后，宋清丽再度成为媒体注目的焦点。沉潜一段时间的宋清丽又将重出江湖。最近中研院以宋清丽作为宗教研究对象，同时在高雄的宋清丽显像馆也正在积极兴建当中。这是不是显示宋清丽正逐渐要恢复复出的迹象呢？也有人抱持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宋清丽现象。他们举例2000年前的耶稣，在当时也被犹太人批评为骗子，不但说他假传神的旨意，最后还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到了今天，我们却承认基督教是名门正派。那么许多年后，将来的人又会如何看待宋清丽呢？在这个宗教体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超越
言说的，也就是说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必须你亲身的去体会到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经验，你才会有非常深刻的一种感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神迹是第一个，它不能透过科学来检验，这种的真假是科学的真假。对于宗教信徒来说，这一套科学的真假完全不具说服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听说宋七力的信徒可能有十几万人，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这种神迹的一种体验呢，的确有它在宗教上的一个吸引力。像宋七力这样子的一种宗教信仰，大概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直接的追溯到晚明以来三教合一的一个传统。第一次上宋七力的网站，研究近代思想史的黄克武想到了林兆恩。林兆恩是晚明时代的一个人，大概和李卓吾的时间差不多。那我觉得从那个时代开始呢，开创了一个中国近代宗教史上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向，也就是说打破儒释道这个三种的一个宗教的一个藩篱，而尝试这个三教的这个结合里面呢，找到一个新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智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宋七力给我们这个蛮大的一个这个需要思索的一个议题，这些是我们觉得必须肯定的一些重要的一个价值。如果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到宗教跟哲学境界的这种这个超实证性，这或许呢可以帮助我们走出一个更合理的一个社会。当时我记得说，在这个警方调查之后啊，您出来那段，我想很多朋友印象很深刻，就出来您讲说，你叫大家不要再相信你了，说没有这个神力啊等等哈，你说叫大家不要再相信你，你现在还是觉得大家不要相信你吗？不要相信你。昨天我们在法庭上，我有解释这个问题。怎么说？不要相信我，一相信我，你们就被收押。然后你相信我，会员在拜我的相片什么，我一直劝他们不用拜我，找自己的心。可是相信我，你就要被收押，所以我干脆讲不要相信我，意思阻止会员继续，以防止被收押。我是在想说，牺牲我一个就好，为什么要收押那么多人呢？我是抱着去关关我就好，既然社会大众或那么多人希望我去关，我就干脆随风起舞吧，关就关一个就好，那关那么多的。我是抱着这样来牺牲。大家也很关心的就是这个照片的部分，后来好像这个警方的调查摄影师也承认这个照片是合成的，就是您的分身的照片。那这段后来怎么样交代？这个摄影师啊是被黑道收买了，叫他讲假的，他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在法庭上承认他讲假的，结果利益没有得到的时候他又讲真的了，因为他确实照片是真的啊，因为我们有去美国见证的证明证据，照片我们有送进美国鉴定。不过今天对于这个宋七力事件，我们还有很多层面应该探讨的问题。我们很高兴今天在节目的现场呢，我们请到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筹备处的主任曲海元曲教授再来到我们的现场。您对这整个事件目前的这个感受是什么？从宋七力事件开始，一系列的宗教的案件，那慢慢就要经过法律的程序，得到一个结果。这系列的事件本身对台湾实际上有很大的冲击啊。那可是这些事件发生之后，这些个宗教，那么有的当然自己不认为是宗教，这些领导人物或者这些团体，那么慢慢又在恢复中，他的信徒也罢，会员也罢，也还是很有信心。那么这个现象我想就很值得观察。那么几方面来说，一方面就是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另外一方面，假如是这个样子，而且法院又判决，假如说判决无罪的话，那么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么信徒本身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产生以及维系下来？我想这是很值得再进一步探讨。那曲教授就如同您所言就是他也在这个访问中强调他是一个小市民，很无辜，也受到这个公权力的这种压迫那可以看到宋七力的信徒对他还是这么样的相信。如果这件事情法院到最后真的像他所有的信心说将来会变成无罪的话这个在他的信徒里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我想对于会员来说或者对信徒来说，当然效应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假如说判决无罪，本尊又出来了，甚至本尊叫你不要看本尊，看分身也好，反正就是他就很有信心，就肯定了既有的信仰。那这就是一种信徒的心理。信徒在去年开始就一直坚持，少数人离开，可是还有相当多人留下来，还相信有分身，甚至还看到分身，甚至还相信这个宋七力的一种神迹的说法。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假若是判无罪，那么对于整个信徒来说，他会有一个鼓励的作用。那即使判有罪，他信心可能也还是会保留在保持在那里。那么至于一般民众，我想就可能有些状况了，尤其透过媒体报道之后，去年说这个人多坏多坏，或者有问题有问题，今天判无罪，那么我想对于整个社会价值的这个影响就很大了，会可能会产生一种混淆作用，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就很难说了。就像宋七说我是善良的小老百姓啊，那也许是，所以假如说宋七的案子判无罪，会让社会产生一个混淆，到底怎么回事情，是非在哪里，对错在哪里。对对，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访问中也听到他提到说，他最主要能够有自信是因为在这个审判过程中没有被害人，所以被害人都根本没有出庭了啊。那这个，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来讲，可能是诈欺罪的部分那法院要来认定，但是其中涉及宗教信仰的部分呢，也有人在想说，这个法院的判决里面到底有涵盖了多少对于宗教的一个分辨呢？那这点您的看法呢？这一点是我想在法庭上是蛮棘手的。那即便是说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或最明确的事实，说这照片是真是假，啊，那虽然新大检验出来是假，他说美国检验是真，鉴定是真的，那你能不能以这个照片的真假来做一个判断的依据，或者真假到底怎么回事，都很难了。但这就涉及诈欺的事实有没有？对，这就跟那个有关系的。哎，你说分身没分身，他现在讲法很特殊，他变成是说你不是说有证据没证据，是说你要我分身，我没办法分身，是你自己有没有这个道行啊，你有没有有那个能力来看到我的分身，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说辞本身就是法庭上根本没办法证实的，那尤其是假如说是宋七力先生讲的是对的话，到法庭辩论庭的时候没有受害人出庭，对，那这个怎么判就很麻烦。所以当一般来讲法律跟宗教碰到的时候，确实要很明确的证据，而且不是这种神机啊，是真是假的问题，而是说他确实有违反现行的法律，比如诈欺真的有受害人，或者是怎么样，到底是伪造文书有伪造文书的证据，这样才可能明确。那否则的话，这些争议说照片是真是假，妖言惑众，这些都是比较不太容易成立，不太容易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对对对，宋七力事件的结果到底如何，可能真相大白的日子也不远了，因为法院可能不久之后就要做出判决。另外一位焦点人物宋七力，他重出江湖了吗？宋七力险象协会在台北的变得荒凉，不过在高雄却像个豪宅一样，这些都是信徒捐献的。最近宋七力的身份竟然跟他的影响力都出现在加拿大，到底是这情形是如何的？继续是我们记者的独家报道。欢迎各位观众，我是廖小军，欢迎收看今天2月1号民视晚间新闻。提到了宋七力，宋七力的名号曾经传遍台湾。两年后的今天，宋七力已经是风云再起了，宋七力的分身竟然还在加拿大出现。紧邻台北市松山机场旁的宋七力显像纪念馆，高耸的圆环依旧影响天幕，回忆起两年前信众前呼后拥的盛况，他的分身却在上个月被他的信徒在地球的另一端加拿大所看到，而且还显现在照片上。有一个会员去加拿大旅游的时候啊，就是上个月的3号，无意中我的分身啊显像在温哥华的港口。你看他，我因为我平常喜欢喝茶，他显出我平常喝茶的样子出来，一看就知道是我啊。你在这里已经自我练习了到5000次以上，能显在这里，我只是默默这样体验了30多年。自从官司缠身后，就更少露面的宋七力，头发白了许多，但是气色甚佳。他说这张可受检验绝无作假，就可为他的分身作证。警方查出的合成相片是别人冒他之名造假，接受供养。不是我们协会，跟我们协会无关啊。没看我对立很严重呢，我一直遏制，一直阻挡他卖照片啊和发扬这些啦。为什么？因为我鼓励他们充实职位，他们认为我挡他们的财路。尽管宋七力的案子还在高等法院上诉当中，但还是有许多的信众跟随着他追求法相的道理。当宋七力坐定开口，他们就垂手倾听。社会大众误解我了，我建立的本尊是以本心为尊，每个人心中尊重自己，以心为尊敬本心，
叫本尊的意思。所以每个人的心就是自己的本尊，就属于个人的本尊。现在社会人听到我说我会分身，一个一个嘲笑我、讥笑我，我不觉得有什么好可笑。我印证出了实践了佛法的境界了，你往而耻笑我，时间可以证明，有一天耻笑到自己的无名啊。虽然目前的时间看起来还不够证明一切，但宋七力的信仰者，从活跃商场的企业家到扎着小辫子的小学幼童，都能为他证道。我接触到本尊之后，我的整个心境变成很开朗，整个生命好像活起来一样。这是我个人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身体变得很健康了，更健康，更有这个活力。我遇到了本尊，我真的心情和脾气完全都没有，都改变了，而且天天都没有烦恼。然后本尊还让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像说法界啊，他让我看得很喜悦，而且那些法界都很壮观，都不知道怎么样表达。事实上，台北地检署在侦办宋七力案时，对于宋七力信仰者火化后的舍利子，以及从没去过中国的宋七力，却又能得到为数不少来自中国学界的礼赞，许多宗教信仰上的见解和法律上的尺度，也觉得难以拿捏掌握。小时候8岁的时候，我就看到天界，那你人的观念如果超越他的想象空间，就认为不可能。你没有看过耶稣显像，你没有看过释迦牟尼分身，那你怎么相信佛教、相信耶稣呢？我今天显给你看，你为什么不信？为什么？因为你的认知问题。你认为我落魄，我宋七力是贩夫走卒，所以不相信。你认为耶稣是神，释迦牟尼是佛，所以你相信。事实上，你也没有看过释迦牟尼，没有看过耶稣显像分身啊。宋七力说，如今他深居简出，偶尔和朋友泡茶聊天，检察官起诉认定他诈欺接受供养的豪宅土地，他也未予接受并且退还。他现在求的只是一个尊严。我生命追求的就是要生命尊严，生活自由。虽然我若生现在失去了自由，我在台湾选项我犯罪了，可是我在外国选项我不会犯罪，所以我在想到，我不如在外国选。民视新闻高仁杰、谢武成台北报道。宋七力的人与事，详细内容今天晚上10点，民视新闻台的非官方新闻，我们还有更深入的报道。曾经为宋七力案件极力辩护的是高雄空大校长庄启明，当年曾经被人认为他是 Takapaiki， 不过他说法律是讲求科学证据的，宋七力案却是属于神学信仰，人的内心世界感受不同。记忆犹新，整个案件长达了8年，从1审、2审到3审，最后宣告所有被告是全部的无罪。当然呢，宋七力案的教训代表了司法不能够受社会观点所影响，否则就是媒体审判。法律是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防线，是积极的公权力，权力发动时能剥夺人民的生命、自由及名誉等权利，所以法律必须举证犯罪事实，否则就不能判人入罪。同时搜证的过程也要遵守规范，如果不合法，就算搜集到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有罪，在法庭上也不被采用，这就是所谓的毒苹果理论。信仰则与法律原则相反，信仰来自内心，有人感受到神迹，有人认为自己是转世而来。内心的世界是个人最尊贵也最宝贵的空间，内心世界的感觉是不需要证明的。每个宗教都有神奇的故事，比如上帝造人或是诺亚方舟的故事，又比如极乐世界与18层地狱是否存在等等。简单的说，信仰不必要举证所相信的事物。从启蒙运动至今，科学越来越发达，宗教也越来越兴盛，因为信仰是神学，不需要证明。也因此，欧美国家认知应该让科学的归科学，神学归神学，相互尊重，互不侵犯。
宋七力案就是一个信仰与法律错乱的范例。社会先产生一个信仰，认为宋七力及显象学会是诈骗集团。警检单位如同面对十大枪击要犯般，全台搜捕，收押禁见显象协会的干部及会员。媒体推波助澜，让宋七力及显象协会几乎被妖魔化，然后法律成为这个信仰的工具。所幸法院守住法律的科学精神，根据证据判案。法律体系是审判案件的，不是审查信仰的。既然要判显象协会有罪，那就要有受害人。当初指控显象协会诈骗的两人，近年来法院传唤都未到案。既然没有受害人，显象协会当然就无罪。警检单位调查案件，经常依据检举或受媒体大肆渲染所形成的社会观点影响，是不是应该认真深入调查事实？否则就是媒体审判。在这个过程中，受害者早就被人格谋杀了。新闻继续告诉观众朋友，检察院在今天一口气纠正了包括有内政部、法务部、台北地检署还有台北市警察局，原因是因为这几个单位当年在侦办宋七力显象馆撤销执照案件的时候，受制于媒体舆论，就先把宋七力显象学会的执照给撤销，还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因此遭纠正。监委也指出，法务部在宋七力案的证据保全上有明显结构不足的地方，因此要求法务部要彻底检讨。监察院还在纠正文当中写道，现任刑事局长、前台北市刑大大队长侯友宜等人在侦办本案的过程之中，并没有善尽监督责任，放任承办员警泄露案情。监委要求相关机关必须进行内部惩处。宋七力先生他被告是一回事，宋七力写下协会是一群人的组织，这是一个人民的社团。那么内政部曾经连续几年啊，从设立开始就有派人去了解他的名称、他的组织宗旨、他的日常的会务都有了解，还颁奖给他。最后一夕之间，因为有这个明代，因为有市议员，那么举发，当时检察官他还没起诉吧，问了一下，那回来就下一个就决定说予以解散。这个团体真的有违法的地方，应该解散，应该也要建立一道公正、公平、合法的一个机制在。而不是说派一个人，然后随便内政部里面派一个人去了解一下，回来就下一个裁定。宋七力这案刚发生没多久，那么检察官呢、就上了电视啊、而且不是一次啊、上了电视侃侃而谈，不但在电视上公开的谈这个侦查的内容啊，而且啊对还没定案的案子啊就论定说这个当事人是不是有罪。我们认为这个是应该是有违侦查不公开的规定。承办检察官在还没有定验的情况下，他就先认定说这个犯罪嫌疑人有罪，同时泄露有关侦办的内容。他们侦办的程序中间，事实上都是第一个不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第二个说整个在办案过程中流于敷衍这个形式。纠正的对象除了有内政部，在检警方面的部分更指向了侦办的检察官薛维平和当时的市刑大队长侯友宜。纠正案指出，当时承办检察官薛维平还有当时的台北市刑大正副大队长侯友宜、邱风光放任员警公开泄露秘密，还有未妥善保管扣押物品。纠正内文，监委下笔不清，玩忽法令、漠视法律八个大字，看在当事人眼里不是不服气。执法人员打击不法是天经地义，但是程序正义，监察院更在意。宋七力案不久之前，高等法院才宣判无罪，不过监察院在今天发出了纠正案，那么则是认为内政部没有善尽督导的责任，甚至在整个的所谓的在纠举的过程当中，在逮捕的过程当中，认为也是有违法。法务部、台北地检署跟市政局提出了纠正，个人被纠正的还包括了承办检察官薛维平，还有前市刑大的大队长，也是现任的刑事局长侯友宜在内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啊，监察院公布的纠正单位，包括了内政部、法务部、台北地检署，还有台北市警察局。那么在这里面呢，主要就是监察院发出纠正案，认为内政部没有善尽督导的责任，检察单位呢在调查的时候没有遵守侦查不公开的原则，所以在纠正当中，个人被纠正的还包括了承办检察官薛维平，以及前市刑大的大队长，也就是现在的刑事局局长侯友宜。轰动一时的宋七力案经过法院判决告一段落，不过监察院在今天却对当时承办的检警人员提出了纠正案，备受瞩目的就是现任的刑事警察局局长
侯友宜。不过侯友宜才刚刚接任刑事警察局长。另一名当事人宋七令对于当时侦办的情形早就提出不满，宋七令认为自己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因为他委婉侦查不公开啊，因为还在侦查中，不知道是真是假还不知道，那就公开了，那我就没有办法辩解了，这样当然是侵犯人权。年代新闻综合报道。薛维平哦，他是很低调而不愿做回应。不过呢，宋七力他本人则表示呢，当时在搜索宋七力显像管的时候啊，种种程序啊都是并不合体制。当时另外一位主角就是现任的高雄市长谢长廷，听到这样子的结果呢，也立刻做出了回应。他说，在当时的气氛之下草率侦查，而受害的宗教人士还不止宋七力一个人。听到监察院纠正当年的检警机关，谢长廷觉得是给社会上了一课。那时候好几个案件其实都很草率，都是根据哦，就举世滔滔啊、哦，说啊哪一件是什么什么怪力乱神，那就收手了，那就说、啊、这个有罪，案件变得很难判哦，好像说。因为法官判无罪，社会说这个跟期待有落差，但是社会大众根据什么审判呢？实际上也不知道，所以这个给我们社会一个功课啦。我是觉得，在那个时代其实也谈不上人权，但很多人受害啦，很多宗教人士哈，也不是任何个人，很多据我知道，很多的案件当时就很草率，挣扎起诉。1986年总统选举以后。6-7个宗教案件，其实在我看都非常草率。侦查单位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出风头。很多说侦查单位哈啊，就在媒体上侃侃而谈，未审先判，啊，还没有证据就先断定说啊，这个人是什么大骗子啊，这个人是这个鬼怪啦、啊，什么诈欺啊？为什么6年、7年了、啊、没有办法判决确定，就当作太草率了吗？公理自在人心啊，永远是邪不胜正。局长，对于纠正案里面说您当时是违法搜索，您的看法是怎么样？这个有关纠正案，我要等纠正文看到以后，我才能够切实的予以回应。那么侯友宜跟宋七力的大斗法内幕，这个案子呢，现在为什么又成为话题？在7年前呢，检警追查宋七力案曾经轰动一时，今年之后，对于当时的办案单位监察院提出了纠正。那么宋七力今天说，其实当时的警方是违反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害他被舆论批评。还有呢，这个到底能不能够分身的话题，其实今天宋七力又说了，如果今天没有分身的话，你怎么进入几个事件？曾被社会舆论批评为世纪大骗局的宋七力，在二审改判无罪后，平日的生活还是和崇敬他的信徒宣扬自己有分身的特异功能，探讨这个人类的菩提心。因为慧眼通常都能看到分身，所以我们没有注意到外在说来排斥我们，因为他相信他看到分身，所以我们研究这些就理所当然。不过姑且跳脱宋七力到底有没有照片中所谓的分身能力，在整个侦查过程中，监察院一口气对内政部、法务部以及台北市警局提出纠正，连新上任的刑事局长侯友宜也被牵扯。宋七力对于当初替他做笔录的侯友宜和检警违反侦查不公开的原则语带无奈，做笔录要跟着他的意思讲啊，笔录出来的话，到最后你看，检察官在声明哦，在媒体上这样公布，哦，违反公开性哦，所以我就是这样的。看到宋七力落寞的本尊，信众们的心里更是沉痛。这个事件，我想除了对本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跟伤害之外，对我们的所有会员都是一个心痛的感觉。虽然没有了宋七力显像管可以凝聚台湾上万信众的人气，不过在司法案件出现转机时，宋七力的信徒已经变成他的分身，悄悄进军大陆市场。TVBS 新闻林王胜、林佩玲台北报道。1月13号当天早上，我们记得哦，在显像会馆的时候呢，宋七力说他证到天人合一的道理，希望信徒相信他。但是当天晚上他在北检出现的时候，却是说他的一切都是假的，要信徒不要相信他。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折呢？我们回到85年10月13号的那天，在世行大的状况哦，那么在世行大的一个里面那个侦讯室里头哦，侯友宜跟其他的一些办案人员哦，就跟宋七力一起在这个侦讯室当中。侯友宜说要求宋七力坦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时候双方面都在僵持，那这时候该怎么办？那么侯友宜一直在纳闷，一直在心想到底该怎么办让宋七力能够坦诚认错。根据宋七力的说法啊，这个侯友宜突然往桌上重重一拍，
宋七力当然是吓了一大跳，那么他当时就是突然想到说，在这样对峙的过程当中，于是吴卜他假装先坦诚一切，先把这样对峙的局面给消除掉，所以说呢，他因此就跟侯友宜那边讲说，好，他坦诚一切都是他的错，要信徒不要相信他。那么这也就是这个原因哦，我们在台北地检署移送的现场当中，宋七力他讲说，要信徒不要相信他，他一切都是假的，这是一种逆向操作。宋七力当时想说先避开这样子跟检警单位这样子直接对峙的场面，他要求以退为进，逆势操作的方式哦，要信徒不要再相信他，实际上这是一个高招。那么因此他这样的想法之后，能够免除事情大跟这个侯友宜来对峙，或者是说在后来跟检方面对更精明的检察官薛伟平的时候，这是一场逆向操作的。不过二审的时候却是大逆转无罪，这么二审法官的理由认为是说，这个分身与否啊，这是属于宗教信仰的范围。整个案子当然现在继续要看的是最高法院是怎么样来定谳。监察院调查宋七力案，一口气纠正了内政部、法务部、北检还有台北市警察局四个单位。宋七力本尊在电话里面说，检警当初侦办不公，确实亏欠了他。尽管到我也没有犯完安分守己的人，就这样被调查。嗯哼。就这样，那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平反。宋七力二审被判无罪，有的民众到现在还是不信他有分身，同时也为检警遭到纠正感到不平。为了判决，我觉得是不是有可疑之处？我想应该都还是可以社会来公平。国家允许宗教信仰的自由，宋七力有没有分身，会不会骗人，法律自然会有公断。宋七力显像案这个案子呢，宋七力到二审被判无罪，到今天一路呢，监察院纠正了相关人等。宋七力先生现在就在我们的身边了，我们是不是请宋先生您谈一下啊？其实您此刻的心情，还有对这个案情哦发展到今天您的想法？我的想法是，身为一个老百姓啊，是没有办法去对抗公权力的，而老百姓所要保护自己的是一个一点点的人权。当这个小小的人权受到公权力强大的侵略的时候，我们也只能任意宰割。终于监察院暂时的还给我们一个清白。另外哦，今天就是包括现在的刑事局长侯友宜哦，他也谈到说，他认为公道自在人心，而且他认为哦，永远是邪不胜正啊。对于他这样的说法，您是不是也有您的反应？邪和正是时间来分明，不是公权力。暂时有权利就是说谁正谁邪，如果心中没有邪，怎么会说自己是正呢？人权是讲究平等的，没有所谓做官的就是好人，老百姓就是坏人，就是邪人。不管做官的或小市民都是平等的，所以人权没有正和邪。宋七力先生呢，他刚才一再的谈到，一再的强调，他认为这个案子哦发展到今天算是给他一个平反。以上呢就是最新的状况，我们将现场交还给棚内主播。我们看到对于这个监察院的纠正，还有这个包括高雄市长谢长廷的声援，宋七力今天接受东森新闻专访时表示欣慰，他说这是迟来的正义。而经历过司法大审判的宋七力现在返璞归真，他已经搬出了桃园的豪宅红喜山庄。好久不见的宋七力不再西装笔挺装扮简朴，听到监察院对他诈财案的平反，宋七力很欣慰。可以说是迟来的正义，来真正感觉到自由的可贵因为我的形象已经被媒体审判了，被公权力丑化了，被检举人污蔑了，但是我的心还是觉得清净光明。历经七年的缠讼，重获自由的宋七力生活返璞归真，曾经住过这里，也就是信徒提供的红喜山庄，如今显像照依旧高挂，人却搬出豪宅，住进只有一张床几张椅子的北投住宅。那种日子西华和现在这种平淡无奇一样现在是返璞归真，好像随身生活，好像一般的公务人员生活，可是我活得很自在啊，因为生活是属于精神自由啊。生活简单的宋七力最大的享受就是像这样和信徒泡泡茶心灵交流。谢先生有啊，现在他道心不变啊，人事地位虽然变了，可是他的道心不变我也去过他的公馆啊，他求道完全谈论这种新的道，心啊，君道就活道这种。像谢长廷一样不受诈财案影响的宋七力信徒遍布北中南，还有上万人，而这些人就是宋七力历经人生转折后最大的支柱。究竟是宋七力所说的他是宗教受害者，还是像侯友宜所说的公理自在人心呢？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投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不过我们先来问问程序哦，这个宋七力真的有法力吗？你跑新闻所接触到这些信徒，他们本身到底有什么样的体验，让他们对宋七力会如此的折服？
我想从这个案子来看哈，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个是法院现在是判无罪，但是法院当初提出的理由是针对所谓的宗教的部分，是所谓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啊。这个部分他认为他没有去探究到底这个照片是真的是假的真伪，他认为说这个信徒在给这个宋基利的钱只是一个所谓的供养金，把自己的钱提供给别人，他有自己的他一套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逻辑。而且我本身看过宋基利的一些学说，他提到的宇宙光明体确实在那个光明体里面给了很多人对于未来的死亡、未来浩瀚的空间有一些想法。在学说无罪哈，但是有没有拿来敛财的部分，可能未来还需要这个法院一个断定，所以还是一个争议哦。我们现场我们看到，事实上在今年的时候呢，一月份宋其利的二审已经是被判无罪了。那么当时曲美凤是被判是要赔偿谢长廷200万，并且登报道歉。好，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投票啊，您认为宋其利是否有罪？那么认为有罪的是1915票，无罪的是1931票。事实上从刚开始投票一直到现在，两边的人数几乎都是旗鼓相当。几乎是以1:1的方式在做这个不断的增加的数字哦。稍后回来，回到关键报告。焦点回到宋其利的身上，他曾经这个红极一时，住豪宅，坐拥名车，也拥有数十万的信徒。宋其利从小在高雄长大，目前他的母亲也仍然住在高雄。宋其利本身的经济实力相当惊人，对母亲也非常的孝顺，请了3位的保镖照顾他的妈妈。同时他的住宅外面清楚的看到有3部监视器从各个角度来监看住家的安全。我最欣赏的那个保镖看前看后，确定没有可疑的人跟踪，才敢打开电动铁卷门，让宋其利的母亲走出来，手脚相当的小心。戴着眼镜，头发全白的，就是宋老太太。旁边走在一起的是她的妹妹。三个人一上车就加速离开，虽然巷子很窄，保镖还是开得很快，行踪相当的神秘。他们都要晒过那个头，都被打过那个心。更这个，请两，我知影，请两三个。非常孝顺的宋其利是怎么保护母亲的？看了就知道。除了坚持聘请有亲戚关系的保镖外，大门口就装了3台监视器，大白天的铁门也一定拉起来，加上门口的大树，整间2楼洋房看起来相当神秘。只要有陌生人一靠近，保镖会立刻提高警觉，并且第一时间通知宋其利，真的是做到滴水不漏的地步。而这也是宋其利这几年生活最好的写照。东森新闻李光威、汤文恒高雄报道。将近10年，话题不断的宋其利今天卷土重来，在高雄重开显像馆。原来的显像馆呢，位在台北的松江路一带，而这次新的显像馆依旧是富丽堂皇，少说呢花了上亿元，相当的豪华。而他的信徒呢，也从今天显像馆的开张立刻展现了宋其利的实力，从台湾头到台湾尾都有人蜂拥前往，当作中秋佳节规划的活动。自行开车来的，有包游览车来的，甚至有搭机远从海外回来的，他们都是宋其利的死忠信徒。不是乡亲他，是大家都可以看到他，是你们这些记者看不到，我们怎么办呢？你懂我意思？而且在国外这些灵修的非常非常 popular， 你懂我意思吗？大家都好尊敬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会有人这样子误解他。再度卷土重来的宋其利选择在高雄重启炉灶开设他的显像馆，这一开幕也吸引了信徒们现身。好，显像馆地上3层，地下1层楼，耗资上亿元。幕后金主是一位澳洲华侨，也是宋其利的海外信徒。馆内挂满了宋其利的各种分身照，有半身显照，还有发光显像。阿嬷看得入迷，小朋友也来凑热闹。宋其利一审被判7年有期徒刑，不过二审大逆转，获判无罪，目前发回高院复审。宋其利选择在这个时候，似乎在显现自信。比如讲，佛经讲释迦牟尼分身，耶稣教讲显像，显像就是分身嘛。宋其利没在显像馆现身，反倒在别处面对媒体，对信众有神秘感，对大众则展开双臂。TVBS 新闻徐继宏、苏泰盈、陈妙欣、SNG 小组采访报道。
台湾社会会怎么样看宋七力，恐怕要等到很久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这个道德的最下限呢是法律，持平来说，从法律面来看，宋七力虽然被控，但是呢宋七力是获判无罪的。无罪之身的宋七力荣获在民间信仰上还有争议，但是信者恒信。他这么多年来积极的筹备这个显像馆重新开张，除了是展现他自己不退的人气之外呢，也配合他的信仰的市场越拓越广。他已经跨过了台湾海峡到中国大陆去传道了，所以两边他累积的信众少说呢也有数十万人。那么另外呢，他还有信众按照所谓的宋七力邪说再成立一个大日宗协会。宋七力不止自己说他有显像分身，就宗教团体的市场拓展来讲，他的分身越扩越广。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火锅店里，宋七力神清气爽，他说习惯当炮灰，反正就是有人相信他。法官调查了那么多人，就是没有骗人啊，没有任何受害人，当炮灰以后才被接受啊。越是要被钉十字架，有2000人在讲你才相信啊。二审获判无罪，这几年宋七力并没有放弃传道，他北高两地跑，平常就到信徒家边泡茶边讲道，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高雄市长谢长廷。宋七力依然坚称自己有神机能分身，而分身就是自我内心的体现。近年来他把传道重心放在大陆地区，据说他的书大热卖，在东北的信众甚至把他当神一般崇拜，大陆有数十万信众也是他的信心来源。走出官司阴霾，宋七力的魅力丝毫不减，他的学说成了大日宗协会最主要的信仰依据。台北的显像协会拆了，宋七力道馆重新在高雄开张，再次展览分身神迹照片。宋七力说他的分身能到世界各地帮助信徒。宋七力呢，就法律来看他完全是无罪之身，不信他的人在道德面有再多的争议呢，那么宋七力的信徒今天还是不断地告诉 TVBS 的记者，他们看到宋七力的分身有像真人这么大的，还有人比这么小的，那么不断地向他们从这个画像里面还有照片里面走出来。再来看的是谢长廷与宋七力，高雄的宋七力豪华显像馆重新开张，谢长廷在开张当天并没有和市长夫人尤芳芝一块儿呢去道贺。不过今天有人问到了谢长廷，其实谢长廷呢，他谈到宋七力是保持了一贯性，他从来没有在宋七力遇到低潮或者他自己遇到低潮的时候呢就口出恶言。他今天解释，开张他没有去，是不希望他自己可以自由选择的宗教信仰变成市井闲谈的八卦。而他呢也补充了一句话，他说当年控告宋七力的人现在是非死即病。显像馆开设第二天，许多信徒陆续从各地赶到了高雄。站在画像前，有人念念有词，有人诚心膜拜。感应到的信徒突然张着大眼睛，指着分身照，他们说：“宋先生刚刚从照片里走出来。”不知不觉，有时候从那个相片里面出来啊，不一定看到照片，哎，这边砰砰砰砰砰，分身一直出来。我看到的是很小的，很小的，是从早上4点钟看到的，你知道，睁开眼睛看到的。那是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信徒对宋七力有分身的能力深信不疑，而显像馆选择在高雄开设，高雄市长谢长廷又曾是他的信徒，引发外界极大的联想。他说宋七力本身是高雄人，选择在高雄出发理所当然。对于他的分身能力，谢长廷希望宗教不要泛政治化。一个没有的事情，三神虽然都判无罪了哈，有些信徒结果缠讼了8年，有的人忧郁，有人死掉，媒体上讲的其实都是八卦了哈，因为我们很了解那个事实真相。谢长廷强调这是个人宗教信仰，不希望沦为八卦。而宋七力的豪华会馆开张，信徒深信分身能力。 TVBS 新闻徐继红、徐克成、赵百寻高雄报道。至于宋七力本人下午接受了华视新闻的专访，他还是强调自己真的会分身。宋七力还首次在镜头前面呢示范他如何开示信徒，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宋七力的本尊怎么说。丁敏翁揭发这个事件就是没有查证，如果有查证的话就没有宋七力事件，因为他用政治献金和诈财30亿来揭发我，根本都一点证据都没有啊，所以这个都是齐敏翁一时的疏忽，还有没有查证。台北市刑大大队长侯友宜有曾经请你在这个法官前面有表演过，是不是能够试图来让法官能亲眼看到您的分身？当时您是急得满头大汗哦。我当时舆论如排山倒海的这样来压制我，那我怎么能表达什么？即使人家认为你是假的，你表达得出来，人家还是认为假的。是凡夫方面的情形来看，真理不是用证明的啦，
啊，你信耶稣教的话，你证明耶稣给我看呢、啊？你说是教会什么会怎样？你证明给我看、啊。可是我照出来的照片就是真的啊。那您现在可以让我们看得到吗？人家请我去家喝茶，就是要带动这个让你看得到，而且看得到自己的婚身的，不是看我的婚，看你自己的婚身。比如说，通常带动慧眼的话，按我们说，第一先看到杯子。如果你这个杯子出现在脑中，你有吗？没有啊，有一个杯子在脑中吗？有啊。对啊，你现在就脑中这样就看到杯子，哈，一看的脑中和这个完全一样呢。你肉眼看这个呢，可是你另外一个视觉看到你头脑里面色彩一样，有没有？有啊，就那个就是啊，一下茶出现了，在你里面那个茶，头脑里面有这个杯子完全一样，确定啊、哦，也是黄色的茶，有没有？这个就是啊。这叫见性，然后那只一项而已，到后来能听到声音，还有听到声音，那里面也有声音，哦，那耳朵也开了，哎，马上就马上有啊，哦，这个杯子是一个物体，可是它反映在你脑中，完全一样。那我这个婚身出现在你脑中，我的脸眼镜有没有出现在你脑中？完全一样，我的脸出现在你脑中。这跟灵魂出窍有关系。灵魂出窍和这个不一样，灵魂出窍不清楚。华视新闻综合报道。选举倒数，今天这个案子的宣判非官选举，但是同样引发高度的关注。这是宋七力案，那么在一审时，宋七力被判了7年的重罪，二审改判无罪。经历9年多的官司缠讼，在今天更一审宣判无罪。面对司法无罪的宣判，今天可以看到宋七力的高兴全写在脸上。满头白发，他就是宋七力。直到高院更一审宣判无罪，他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我就这样期待的，有一天会还我清白，因为我确实没有去骗人，也没有受害人。经过重重叠叠严苛的考验和检验，终于还是没有被害人，还是回归我无罪。感谢的是司法还给自己清白，但终究这一条路走了9年。回想当年被指控分身敛财，宋七力微笑处之泰然。假装成受害人，说我诈骗什么什么，事实上资本他们是要钱，我没有交出来，结果他就涉及诬陷我，造成透过齐美凤就这样没有经过真相的查证，就把我揭发出来，造成我这样的受社会误解。从低潮到官司更一审胜诉，宋七力看着最近社会乱象感触良多。我顺势而行，走到哪里算哪里，天无绝人之路，社会能安宁，能平和，能大家过得愉愉快快，在台湾活得很好，这样互相斗来斗去，到最后损失的还是自己。指着墙上显像分身的照片，宋七力说要大家看是看见自己的分身，进而了解内心深处，说的依旧是玄妙的言论。在信与不信之间，宋七力成为多年来宗教事件的争议人物，但他依旧选择做他自己。本新闻郭建国、杨信志，台北报道。还要带你关心今天的重要新闻，包含了缠讼多年的宋七力案，在上午的时间，高等法院更一审再度宣判无罪，让原告非常的不服气，拿出了宋七力所谓的分身发功照片，强调分身根本就是假的。而这样的说法引起了在现场的信徒不满，双方人马杠了起来。你心眼开了没有？你的什么叫心眼？你告诉我什么叫心眼？心眼。哎，你听过佛经没有？七力被高等法院更一审判无罪，大批的宋七力支持者和原告在高等法院外头吵成了一团。不要乱扯啊！本来这种案件哦，会赢哦，鬼才相信的，什么自保啊？你那你自己都不相信？相信我啊，对啊，我们就是鬼，你这个人是魔。那我们从头到尾就是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啊，都是被抹黑的啊，对不对？宋七力的支持者也不甘示弱，呛回去，还说这一次的判决是迟来的正义。全案在上诉后，一直到今天，高院更审宣判还是无罪，理由是宪法有保障宗教自由，而且信众奉献的供养金多半出于自愿，并没有明显的诈欺行为。至于分身照片是真是假，纯属于个人信仰，司法也无从干涉，完全在于个人相不相信了。三立新闻陈怡。台北报道。